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九人，已足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记录。宣读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3月9日星期一上午9:01至12:37，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罗志镇等12人，列席委员李桂明等22人，列席人员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及所属人员，主席吕召集委员玉林。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外交部部长吴钊燮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外交部部长吴钊燮报告，委员罗志镇等17人质询，均由外交部等相关官员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外交部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复至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鲁明哲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临时提案一案，决议修正通过。以上宣读。好，我们现在所宣读的议事录有没有遗漏跟有没有错误的地方？在场委员。好，没有。那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以上宣读。我们现在先介绍在场的委员：罗志镇委员、林长佐委员。我们到场的行政官员：吴欣欣委员长。政务副委员长高建志，常务副委员长李元荣，主任秘书张良民，综合规划处王应阳处长，侨民处陈世慈处长，侨教处荣幼儿处长，侨商处张淑燕处长，侨生处吴佑华处长、吴义华处长，秘书室黄克忠主任，人事室黄宏军主任，主计室陈瑞梅主任，资讯室白中光主任，政风室江继宏主任，法规会专门委员徐佑林，侨务通讯社社长庄雅淑社长，财团法人海外信保基金会林宝熙董事长，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柳慧敏执行长。介绍到场委员：蔡思英委员。本日会议，我们邀请委员长吴欣欣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请委员长上台。外交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吕召委，还有我们各位委员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今天很高兴，很荣幸邀到我们大院第十届第一会期，报告我们当前侨务施政的情况。那么也在这个地方祝福我们各位委员新的一年事事如意。那么回顾过去4年来，那么本会秉持蔡总统的施政理念，以及苏院长有政府会做事的务实态度，与时俱进推动侨务变革。那么希望让海内外国人及侨胞都能感受到当前侨务服务工作的新气象，以及创新积极的便民作为。那么本年1月11日，我国顺利完成第15任总统、副总统以及第10届立法委员的选举。
我们向世人展现了中华民国台湾民主制度在华人社会成熟稳健运作的成果。那么根据统计，本次选举侨胞申请登记返国投票的人数是5328人，比四年前上一届选举2420人成长约一倍。那么且其中合以登记规定之人数共计5143人，创下新的纪录，高达96.5%。那么特别是在大选之后，我们更接获无数来自全球侨界向总统的祝贺信，充分显示海外侨界普遍认同台湾坚守民主价值的信念，也展现出海内外国人共同巩固台湾民主成就的决心。那么以下仅就本会目前的工作理念及重要施政成果来跟大院委员先进做个报告，敬请不吝指教。首先我们都知道，也是大家最关切的，就是这个近几个月来武汉肺炎这个对于全球造成的冲击跟影响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侨务工作也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目前我们因为武汉肺炎导致我们很多侨务工作都没有办法顺利的推动那么都延期延期。那目前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暂时观望到四月的时候，我们再来评估后续的工作要如何来推动。那么这个月跟下个月的工作基本上来讲，我们都暂时先停摆那么另外我们注意到部分侨界的活动也因为疫情而延期或取消，在海外的部分有的侨校被迫停课，侨台上的事业供应链中断，还有海外的侨生来台升学的意愿会有疫情而顾虑等等。那么我们侨委会这一两个月来也召开了很多内部的会议，那么订立了相关的措施对案，那么配合我们政府的防疫的作为，那么我们定期的把相关的活动延期或取消办理都秉持透明的原则，我们在我们的官网的首页我们都把它随时的滚动式的更新，让我们侨胞能够迅速掌握本会的一个工作的动态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虽然海外部分侨校因为疫情影响上课，但是呢我们也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鼓励我们的侨校能够采取远距离的教学，因为我们侨委会建制很久的内容非常丰富的这个全球华文网来提供给我们海外侨校，来持续推动侨教的工作。那么另外在全国的侨生防疫工作方面，本会配合教育部的相关的规定，那么随时跟我们这个3+4的高职，还有这个海青班的科技大学这些学校来维持密切的联系，了解侨生的一些状况。那值得欣慰的是，截至目前为止所有的侨生在台湾读书的大概情况都还算非常的平安我们也非常感谢老天爷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全球的侨胞在这次的武汉肺炎，大家都纷纷挺身而出来为我们中华民国为台湾来发声，呼吁国际社会要重视我们台湾人民的公卫权益。那么以美国地区为例，那么我们看到华府台湾同乡会，还有我们传统侨社换美中华会馆、中华公所联谊会，很多侨团组织都在今年2月陆续举办声援台湾加入 WHO 的活动，那么也展现出海内外侨胞坚定支持中华民国台湾这样的一个决心。那么最近海外的侨界也很热心，他们注意到国内口罩缺乏，我们也很感谢有一些侨胞，譬如说芝加哥地区法国巴黎地区他们陆续也捐了3万个口罩来给我们这个防疫中心来作为防疫使用。那么另外我们大院这一个温玉霞温委员，他个人也从南非购买了5个口罩来捐给嘉义市来使用这些我们都感受到我们侨胞对于台湾的这样的爱护之情。那么另外第二个跟各位委员先进报告的，就是我们侨委会我们工作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凝聚侨心来支持我们国家
啊，那在这一块一直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的重点。那么我们积极的联系海外的重要侨领、侨务荣誉职人员、各个社团的负责人、侨校的校长，透过他们点线面这样的来拓展我们的侨务人脉网络，来充实我们海外侨务工作的动能。那么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侨界，不管是在支持我们加入 WHA、加入我们国际民航组织 ICAO、还有联合国 UN 等等国际组织，我们的侨界都竭尽他们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另外，我们也跟各位委员先进报告，到今年三月初，我们已经在全球五大洲37个国家或地区成立了91个海外侨界济难救助协会。那这样的一个协会，是我们本会在3年前陆续推动了。这一次疫情爆发之后，我们发现到这一个急难救助协会对于我们在海外照顾侨胞、协助我们本会、协助外交部来照顾我们的侨胞发挥了很大的功能啊。以这一次威尼斯跟米兰啊，这个意大利软性的封城来看，我们就透过这两个城市的急难救助协会的会长跟会员，跟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来关心了解这两个城市当地疫情的一个发展的情况。那么第三个部分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在我们推动侨教这一块、传承我们的文化这块，我们跟各位出报告，就是说目前我们对于在海外持续的推动我们的正体中文，还有这个顺应全球华文的发展潮流，我们积极的拓展声源，为我们主轴啊，作为侨教政策的一个主轴。那么在此同时，我们怎么样来健全侨校的发展，来这个充实师资的培训、数位的教学，还有结合在地侨界的资源，来培植优秀的这一个老师、文化人才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扎根侨教、传承文化的工作重点。那么另外，我们也派遣啊这一个文化好人团到海外表演。那么今年农历春节，我们有两团派出去，第一团到日本到东南亚比较顺利，圆满达成任务。但是第二团到欧洲到东南亚，因为疫情开始爆发，所以呢这一团就取消，没办法前往。那么侨界他们也感到很惋惜。那我们是希望来年啊这个情况改善之后，我们还会再派文化好人团出去来宣我们的侨胞。第四个跟各位委员先进报告了，就是对于这一个侨生生源培养人才这一块，我们跟大家报告，在我们侨委会所主政的3+4侨生技职专班这一块，透过高中职、科大、产业界的合作，我想这一部分我们很欣慰，学生人数不断的成长。那么108年度报到的入学人数有2115人，比107年1578人成长34%。那么其中印尼、泰国、柬埔寨地区的报到入学人数都呈现倍数的成长。但是在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海青班，因为受到大环境的改变，因为马来西亚当地也有他们的这一个类似海青班的教育体系的推动，还有中国招生啊来争夺等等，海青班的人数稍微下降了12%，那这也是未来我们在海青班这一块要持续努力招生的一个工作的重点。那么第五，在有关侨台商这一块，我们怎么样结合侨台商的资金啊，促进鼓励我们台商在全球的发展这一部分呢？我们在过去这半年，我们总共办理了包括海外商会会长班、商务这个台商观摩团、各式各样的培训团体，总共有27个团班次。那么活动期间，拜会政府机关，参访国内企业105家，还有跟国内216家企业进行商机洽谈，这些我们都持续的在推动。另外，我们也成立了台商服务科，加强对全世界侨台商朋友的服务跟关心。那么106年，我们推出了侨胞卡。那目前我们很感谢我们所有的全球侨胞的支持，目前侨胞卡的发卡量已经达到9万张，那么专属网站点阅率超过400万人次，海内外特约店家超过3400多家，那么涵盖了侨界所关心、所需要的餐饮、旅宿、交通、医疗机构等多种
店家的类别。我最后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侨务工作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侨界青年侨青这一块怎么样永续传承我们的侨务工作，让我们的海外的国力我们的力量能够扩大到年轻的一代，这个我们持续的努力的在推动。那么我们为了深化海外侨青跟台湾的情感连结，我们结合政府及民间资源办理多项以认识中华民国台湾为主轴的研习与参访活动，吸引不同社团属性不同年龄层的侨青朋友返国参加，例如海外青年台湾观摩团、海外青年英语服务营或海外青商干部培训班等等。那么从107年开始，我们跟教育部合作办理恋恋台湾的计划，让侨胞年幼的子女读幼稚园、读小学、读国中的也能够有机会回到台湾，利用寒暑假来到我们台湾的国小、国中学班互读，这个得到侨界非常大的回响。那么108年有29个国家669个侨界年轻父母提出申请，这个人数比107年刚刚办的时候大幅增加了4倍啊。那这些另外我们也把国内的大专青年送到海外，我们有台湾青年海外搭桥计划，那么108年我们总共送他们到18个国家、33个城市，有233个我们台湾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参加这样的活动。那么学生对于这样的活动，他们都非常非常高度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么今年我们又再度上网公告，报名的人数更多，已经高达685人啊。那我们的名额大概预算的限制也只能只有230人左右，所以感觉出来这个活动对大专青年他们非常的喜欢。那么最后在中国在海外对我们的侨务工作的挑战这一块，我们注意到在107年、108年中国分别发布对台31项及26项等措施，那么而且在海外针对我们没有设处管处的地方呢，借由提供各种领事保护，还有提供台籍乡亲跟台商企业同等待遇等等鼓励啊，来让我们的侨台商到中国去发展，达到笼络统战的目标。另外他们也透过他们的合统会、统促会，那么大肆宣传一国两制、缓督促统的言论。那么这些我们跟大家报告的大多数支持、坚定支持我们台湾、支持中华民国的侨胞基本上都不为所动，也不会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参加他们活动主要还是他们自己的路桥啊，他们自己人办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最近这个武汉肺炎，中国在海外他们利用这个在做统战，操作的非常的这一个技巧。他们利用武汉肺炎在海外宣扬全球华人热爱祖国的情操，激发侨界的情感，那么鼓励这些海外的华人踊跃捐书啊，到中国去。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中国大陆在海外这样的一个侨界的操作的统战作为。那么简单来讲，我想我们支持我们啊中华民国啊认同我们自由民主台湾的侨胞，基本上跟中国方面他们的这一个切割的啊相当的明确啊，也不会去参加他们的统战活动啊，这一点是我们觉得比较欣慰的地方。最后我要跟各位委员先进报告了，就是说海外侨胞是我们台湾的重要资产，国力的延伸。那么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长久以来无私的奉献协助，这些我们都看得到。那么海外的侨胞也都伴随着我们国家的成长，每一次有危机有挑战，海外的侨胞给予我们都很大的关注跟支持。在这边我要借这个机会向我们全球的侨胞表达10,000,000的谢意。那最后我们也知道侨务工作任重道远，侨委会人少事繁，预算也不多，但是我要在这边谢谢我们外交国网委会各位先进，过去4年来给我们侨委会很多的协助跟帮助，特别是在预算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这一点我们都敏感在心，我们也会持续努力的，我们所有的同仁都会加强对我们全球侨胞的服务，来让我们国家更繁荣、更进步，永续阔步前行。以上报告，敬请大院委员不吝指导。谢谢大家，谢谢。补充介绍在场委员何志伟委员。我们现在询答开始，本会委员6+2分钟，非本会委员4+2分钟，10:30发言登记截止。
现在请罗志政委员。谢谢主席，可以麻烦请吴委员长。请委员长。吴委员早安。委员长早。委员长，你刚才提到说侨委会人少事多，预算少了哈，所以工作非常忙碌哈。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重要单位。是。因为刚才何志伟委员在问我说，这个单位好像可以并到外交部去哈。但是我刚才稍微说明，其实他也知道了哈，就是说主要侨委会的身份哈，一旦并到外交部之后，很多工作反而不好推动。对。尤其委员长，你还可以到处爬爬照，全球这样走。现在不敢走了。现在当然疫情嘛哈。但是如果在外交部的话，当部长或次长的身份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去不了。是。或不方便去哈，所以侨委会的存在哈，有它现实上的必要性。是是，但是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疫情对于我们整个侨务工作的一些影响，还有你们的一些因应做法，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哈。那个先关心一下在台的侨生哈，我先问一下文长，你有没有掌握目前在台的侨生有没有人因为自主隔离或者自主的一些管理有在我们掌控当中的？文长，我先问你一下哈，是，你知道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差别在哪里？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哪一种人居家隔离，哪一种居家检疫？这个诚实的跟委员报告，你把我考倒了。那委员会侨委员们知道？居家检疫、居家隔离，我的认知就是，反正14天他们都不能跑。那不太一样。哪些人居家？我看我这考很多人了。是。居家隔离是哪些人？很简单，你有跟确诊病人有接触，这些那叫居家隔离。是是。居家检疫就是来自于疫区。哦 ，OK。来自于中港澳意大利什么这些疫区回来之后，居家检疫。嗯。所以居家隔离人相对来讲，他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是是。好，那回过来问这个问题，我们的这个侨生里面有没有任何人面临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的情况？有没有？我的了解好像还没有。目前的侨生的情况，你们有没有任何通报机制或是掌握的机制？还是说你们一个个这样问？有，我们一直都跟这些学校保持密切的联系啊。那他们一直跟他们讲，如果有状况，一定要跟我们来汇报。那他们也都了解。所以有没有一套？有没有建立通报机制？有通报机制，是请学校主动通报我们，还是请学生主动通报我们？学校要去会诊这各方面的资讯，主动跟我们来保持联系。OK， 好，所以有建立这个通报机制哈。有。好，问一下，我们所办的这些班级，海青班。或者是未来哈相关的班级有没有受到影响？海青班的部分，海青班都顺利进行，是三月开班嘛，对不对？对，还没开班，现在已经报到了哈，报到了人数大概是几百多嘛，736，今年这边有736人哈。那不能报到是因为疫情，还是说就是不来读了？我们的了解，疫情只是一个比较占小部分的因素，因为台湾的疫情的状况，基本上东南亚的侨社他们了解，台湾算是那有些。是在他们当地的疫情啊，他们愿意旅行啊等等，对，所以是有一些有部分是因为这个所疫情关系嘛，但大部分是就是不来读就对了。疫情的关系，我们统计过只有1%，因为疫情没有来报道，只有1%。Okay， 那这些人在过了疫情之后会来报道，还是就不来读了？大概就没办法，因为学校开学了。那这个 deadline miss 掉就没有了嘛，对不对？等下一期就下一期明年下一期。对，他们有保留他们的身份吗？没有，他要重新报，重新再报名，重新再来。OK， 好。对，这部分相对影响比较少了哈。是是。那我还是关心，就是说你们自己开的一些相关的研习的课程，还有一些活动哈。是是。我们上网看了一下，这个年度至少从3月到12月所有的主要活动跟所谓课程，到5月底之前，大部分都取消了。没错吧？延期应该是延期。那么延期有，但是很多是取消的啦。两个取消。延期。念念台湾那个取消了。你们自己看一下，你们自己一直有 update 公告啊。对对。从目前为止哈，6月之后都写是疫情的情况在处理嘛哈，但是5月底之前很多是取消或者延期，或者是这个暂时再看等等。对。这些取消，第一个两个部分了哈，这不得已了哈，是会不会影响到你们业务的推动跟执行？我想不可避免，今年这样的疫情呢，我想对我们的业务推动啊，会有一些影响跟困扰，这的确是事实。那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会设定。按照滚动式的方法，我们现在设定到4月底观察这段时间的疫情。
如果有改善，我们后续的班就会恢复取消，会作业。好，那如果通通挪到下半年，你消化得了吗？对，所以这就下半年，我们已经跟我们同事先讲，就大家可能到时候下半年会比较辛苦，大家也要努力的要把这个。不是辛苦，就是它涉及到很多是活动的举办，适不适合，或者说报名的情况等等，会不会有办法用下半年全把它消化掉嘛？是我们尽量希望能够不要影响到对侨胞的服务。那到时候我们会再看。比方说你们有一个所谓侨务会议嘛，对不对？对。那现在延到下半年嘛？延到八月。所以原则上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涉及到每个人他未来的旅行啊、活动的规划、啊，会不会这样影响到出席率等等？现在就是要看疫情的发展，这是一个最大的 uncertainty 啊、哦，大家都在观望。OK， 有没有其他替代的方案？我们有一些替代方案，比如说视讯会议啦、视讯线上课程啦等等，有没有？线上课程是有，好、哦，在侨教这一块，我们已经鼓励我们全球的侨校尽量运用我们的全球华文网啊、哦、里面的教材，然后推动事实上线上的一些课程的推动，这个我们有鼓励他们，鼓励他们。好，文长，我关心一个计划叫搭桥计划，是你们三月底基本上还是继续举办那个面试的部分，我们还会 interview， 会找这些年轻人等等嘛？是是是，要不要派出去？各位也是要不要派出去？要观望，也要在观望，要看，因为这个大小计划出去时间都在暑假，七月八月。那我们希望那时候的情况应该如果有改善。现在报名的情况怎么样？报名比去年还踊跃很多。是哈、报名有600多人，所以并没有受到影响。没有受到影响，同学还是很热情， okay， 还是随时关注了哈。是是，因为派人出去总是有风险在。没错，尤其我们去的地方，虽然印尼说他们的确诊案例或者什么案例很少，可是很多人讲说主要是他检验的情况相反不够普遍，是是是，对对，所以实际的疫情情况可能跟我们想象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要把我们年轻人派出去的时候，那个风险还是要评估一下，没有错，即便到了六月暑假，现在很多公卫人员讲说未必疫情会减缓，所以当我们要派这些人出去的时候，要不要增加保险了、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评估，有这种险吗？好像还没有这种险啊。有保那个基本的险，但是没有健康险，这算不算？我买的是比较最基本的旅行平安险。好，那我就是请委员会这个侨会这边去关注一下。好，如果真的要派这些年轻人出去的时候，他相关的人身安全健康这是第一优先，是千万不要派了一个派两个出去之后，回来之后发现是确诊案例，那找国家赔偿。是这个，谢谢，也不可能哦。谢谢委员的叮咛，好吧，我们会注意。那现在在国外的呢？有没有计划？没有，大号计划没有，他们现在都没有，他们都是暑假的时候，所以其他都没有。现在没有。那我们有任何派驻在非公务人员，现在派驻在国外的有没有？也没有，也没有，就是我们驻外同仁的，就驻外同仁而已嘛。驻外同仁，其他一般的这种青年计划的都没有，都没有。好，那就好。OK， 是。那我不是说公务员不重要了，我想说，相较于我们派出去一些青年人等等哈。好，回到一个最近比较敏感的议题啊，健保的改革的部分哈。那个文长，那个我们大部分的侨胞如果有保单健保，都属于第七类，对不对？我了解好像是这样子。第七类就是所谓的没有，有台湾的户籍，这一定要的基本条件。那第二个，他可能没有缴税，因为可能住在国外等等。那第三个，可能长期不在台湾嘛。是是是。你知道这些人数大概有多少？有没有问过健保局或相关单位？我们这一类人数有多少？我们科长告诉我，健保局他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跟数据。我有调一些资料了。是是。第七类的，就是说可能其他地区不在台湾，其他地区当然可能包括大陆，整个在全世界。如果光是被保人本身大概200多万人，是加上眷属大概100多万，这有一个数字哈。保险对象，被保险就是在国外的230万左右，然后他的眷属再加起来88万，加起来318万是属于第七类的，是不少哦。台湾人口总数的1/7哦，是是，当然这部分不完全就是在你们侨委会处理那一块，对，有些可能是在大陆，有些人在全世界各地，是是，没错吧？没错。好，当然这个涉及到公不公平啊，我不喜欢用黄安条款这个字眼，其实这个字眼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跟黄安一样。但这个健保制度如何让它公平合理，而且永续是一个关键。那现在大家国内很多人开始讨论要不要检讨这个东西，那侨界听说开始有一些反应了。然后侨委会立场说，我会转达给健保局或交给
卫福部是侨会有没有立场？我想这个事情基本上我们只能这样讲，就是说对于海外侨胞长久以来对于国家的支持啊，我想我们都大家都看得到，也感同身受啊。那但是因为这个案子主政单位是卫福部啊，那另外提案单位是我们大院的委员啊，那这些我想站在我们侨委的立场，我想我们都尊重啊，但是我们会努力的把侨胞的意见我们会收集，然后我们让这个我们这个卫福部决策单位啊，让他们去了解侨胞的心声。第七类我解释给那个文长听，是第七类跟其他台湾人所有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没有雇主，是，嗯，换句话说他是没有缴税的啦，对，所以健保费的比例，当事人被保险出60%，然后政府出40%，是，因为他没有雇主，所以他60大概700多块，那政府还要帮他贴了，对，所以现在改革或者说有些人主张的这个修法就是等于100%全额来负担了，是。那一个讲坦白讲，一年也大多不了多少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有认为应该更合理化来做这样的规划，政府不应该帮他出钱。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没有缴税。文长，你同意这样的东西吗？我想这个委员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分析得非常清楚。哦，我想只要我们卫福部或是我们大院这边在有完成这样的行政程序的话，我们结果怎么样，我们都会跟。所以文长，我跟你下结论的话，这个你要。还是有政治的一个立场啊。简单讲，你尊重卫福部的决定，是，所以侨委会基本上只会转达侨胞的意见，对。但是基本上结论，只要卫福部决定这么做，你是尊重卫福部的决定。我想，一旦政府卫福部有这个明确的政策出来之后，我们会跟海外侨胞来说明、来沟通。所以你们基本上没有所谓赞成、反对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立场。OK， 好，谢谢，谢谢。好，现在请林长佐委员。主席，我们请委员长。请委员长。林委员高照，委员长高照哈，就亲像头拄啊罗委员你讲的，咱这个疫情的部分哈，其实大家嘛拢足关心的，是啊，尤其其实哈。虽然讲有头段罗委员你讲的这个，因为一挂历史的问题，还佫一挂咱伫国际上的一挂限制，所以讲侨委会即马都还佫是一个独立的机关，吼，也那是整合入去外交部了后，吼，可能会较麻烦啦，可能你以后要去外交参访的时阵，可能嘛会受到一挂限制啦，吼。所以讲伫只我，但是我是一直认为讲一挂咱这个顶顶塌塌的工课，都要佮别人整合啦。所以讲，譬如讲即马咱台湾进程吼。越南其实一开始把台湾放入中国一区内底嘛，所以讲嘛限制台湾人去中国的这个，嘛有这个足严，这个严格限制。啊，即嘛是意大利到即嘛嘛还阁限制台湾人啦吼。所以我想要了解讲，像伫咧越南所谓的这个华人差不多800,000人，啊，咱旅游伫遐来是做生意的，即个家族啊差不多60,000多人，都台湾人的话啦吼。所以讲伫这个过程中，越南一开始把台湾做当作中国一部分，嘛对咱才。这个采取中国疫区的这种管制的时阵，迄个时阵，咱的这个台商啦，也是讲咱这个这个侨民有啥物斗相共的无？我讲委员不过吼，其实咱台商吼，咱的侨民伫越南吼，甲当地政府的关系拢真好啦吼。啊，其实当地政府甲越南人民吼，啊，真清楚了解讲台湾人甲。中国来无同款的，因为那做清楚啦吼。但是伫这个外交上，这种吼，比如说，因为比如说这种外交上的操作的方式啊，这个较无同款啦。哎，啊，但是阮交委，阮有共建议讲，就是讲，甲台商讲讲，那会当做一挂这个背景吼，顶管会当下讲那是台湾。对啊，身份区别一下，卖很国徽。这伫进前越南伫排华的时阵，咱就已经有迄个措施啊啦，注意这点。是。所以讲，其实因为我认为讲，当然咱就一代兄弟越南，甲因的政府的，尤其这个高层嘛，有熟悉，我嘛知影啦吼。是。啊，但是讲伫外交上代表主权的时阵，我有看到讲上尾啊，其实也是外交部咱吴部长出来开记者会啦吼。是。啊，讲这个有透过这个咱的代表啦，透过咱足侪。
这个无同款的关系，啊，想办法去，让因知影讲这是一个错误的这个决定啦吼。啊，上尾啊，因四点钟左右就已经这个改正伊这个决策了嘛吼。是。即嘛，但是另外一部方面，咱即嘛看意大利的部分啦吼。意大利的部分，当然头拄仔你有讲到讲，因为即嘛意大利的这个咱的急难救助协会，其实嘛是拢有滴参与讲，包括咱对咱台湾人的关心啦等等。但是你若去意大利的米兰桥界急难救助协会网站顶关，你看到伊遐的联络资讯，其实吼也是请咱的民众打电话给意大利的代表处。啊，我唔是讲，我的意思唔是讲吼，咱安尼一定爱想办法找一个咱的台侨的电话伫遐。我即下唔是这个意思哦，这嘛是家人。那咱遐的台侨的这个能力上，也是讲数量上有限制。我嘛唔是讲，咱就一定爱叫一般民众去甲人斗三工啦。只是我感觉讲，这应该爱想办法甲这个急难救助的这个窗口爱整合。要不你去到交委会迄个急难救助窗口，伊也是叫你讲你转到外交部的迄个窗口。我一直是安怎讲，咱钉钉塔塔的工课，甲别人要安怎？整合，吼、哦、啊！比如讲，你外交部甲侨委会，咱规个急难救助做一个网站就好啊嘛。卖外交部一个，吼、哦、啊，侨委会一个，啊，你去侨委会接入去的时阵，啊，伊阁叫你去看外交部的，联络外交部，这个无必要。啊，咱做这个急难救助的工课，迄、那个部分是外交部，咱遐是外交部有代表处，咱就请代表处去处理。啊，遐无代表处是爱请咱的这个侨界救助协会，啊，咱就留侨界救助协会。整合做一个网站，啊，整合做一个窗口，单一窗口来去处理。我感觉呢是慢慢啊，咱好去改变咱即马侨委会的角色。我感觉应该要推三个角度啦，好不好？是，多谢委员的这个指导吼。其实啦，你也知影，提供咱这海外的侨民吼来参加这个急难救助协会，其实拢是真热心的吼，啊，真斗三工，因为这拢马人体的嘛吼，这伊也无钱的吼，所以讲咱也别当对伊有小迄个小管的要求啦吼。所以基本上来讲，即马阮甲外交部分工的方式来讲，外交部因咱的公务人员伫海外，因为一个24点钟的急难救助电话，万一接到要求救的电话，其实譬如讲伫威尼斯、米兰遮，啊，咱代表处遐都无人嘛，吼，第一时间就敲电话拜托咱的急难救助协会会长讲，拜托到啥岗，新港到啥岗，大概是这个概念啦，吼。啊，但是我讲迄个网站的迄个窗口，你去研究看卖啊，咱整合作为，好。啊，另外就是即马大家伫讲即带伫即个国外咱的侨民。会当伫台湾，其实唔是干那讲健保尔，就是讲伊有啥物优待，会当来享受台湾的啥物款的资源啦，等等，大家拢开始即个足注重的啊。当然我嘛认同头头都有人讲的，无一定爱叫做黄安条款啦吼。啊，所以讲伫只我想要，所以讲其实有人嘛，甲即个华侨身份证明条例提出来看啦吼。我爱甲即个委员长请教吼，咱即个证明条例内底。除了讲咱家己的国民以外，伊其实有讲吼，你可以拿到华侨身份证明呢，内底吼，咱的这个施行细则有讲，你伫咧国外，你无咱的国籍无要紧，你但是你若会当伫国外摕到你的种族或做中国人的外国的证明。安尼嘛会使来摕到咱的这个侨民证明，华侨证明文件。我想请教吼，咱的华侨证明，当然也当来遮吼，包括旅游就一挂犹太啦吼，大旅馆有一挂犹太啦吼，啊，包括咱给因一挂这个袂歹一挂措施，吸引因来台湾啦，等等哈，有一挂福利吼。这样我就先不条列啦吼，这部分请你会后让我知道华侨身份证明拿这个来台湾可以怎么样吼，有哪些好处 ？OK， 但是我要讲的是讲，什么好做国外外国的政府伊发的这个身份证顶冠证明讲你的宗这个宗族合作中国人，这是什么意思？我请柯弟来给你报告好不好？是，伊想了解。跟委员说明一下，委员刚刚提到的是所谓的减负华裔证明文件申请的华侨身份证明书。那所谓的华裔证明文件，譬如说，像越南，它有一些是早期的华人移居到越南去居住。那越南的身份证上有记载，它的种族是华族。好，
OK，那我在这边我稍微跟你们这个说明一下哈，因为这里施行细则得在一条历史下中国人，不是写华人，这个我认为你们部内自己要去参考，因为中国人在中文的限制里面，你不管今嘛的各大报，自由时报、苹果日报等等，中国人是一个国籍的这个啦哈，所以第十一条我认为你应该要去把这一个族群来去做一个比较清楚精准的界定，卖过下中国人。第二哈，第二我感觉较重要。是，我是安怎？咱袂当甲咱的这个侨民有一个更精准的定义。譬如讲，伊就是有咱的国籍，国籍，但是住伫国外，这咱即马已经有写。但是有咱的国籍，三等亲以内，或是你怎么定义？吼、哦，多少等之内，还是咱的侨民？安尼就好了嘛，因为你写一个外国的国家。他发有证明讲，伊是中国人，安尼伊的或是华人，伊就会让来提咱的华侨身份证明文件。我想请问呐、啊，吼，这当然是过去国民党的这个中国意识形态留落来的嘛。但是我想问你，如果在过去中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大中国意识的话，让来提蒙古国的这个族裔证明，可不可以来申请我们华侨身份证？拿蒙古国，蒙古国。报告委员之前没有这样子。我说我现在就是举例嘛，如果拿蒙古国可以吗？蒙古不算华裔吧？如果拿图瓦共和国可以吗？蒙古国跟图瓦共和国这些都不是华人，也不是华裔。所以讲不行，所以讲乌兰定外来讲，这都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你若讲好做华裔，也就是说过去大中华民国的思想里面的那一种领土里面的人，还叫做咱的侨民的话，理论上包括蒙古国、包括图瓦共和国、包括藏人、维吾尔人，这些人拢啊变作会当来申请啊，但是又不是，对不对？对。你哪边讲又不是这样，变成关内十八省的才可以？你这都够卡炸啊！你如果是说关内十八省，你哪湖南人来也塞，湖北人可以，就是说你的祖籍，我们只要是关内十八省的祖籍，加并做也塞。哎，这变成晚清时代的一个国族认同啊、哦，这够夸张哦。委员就无你讲个真严重。所以我要跟你讲的，就讲为什么我一直认为侨委会的设置，以及我们在华侨身份证明文件里面这么的这个，我卖讲威权余毒，因为哪到晚清时代，它这么的 out of date， 它已经完全不符合现在的实际啊。我们意思，头多少意思都是关内十八省就算了，藏人、维吾尔人、图瓦共和国人不算嘛，蒙古国的不算嘛，对不？但是关内十八省算，那这个概念就很奇怪啊！想要让华侨身份证，让台湾人华侨身份证，要发给这些人来台湾旅游会使，但是你的祖公啊，那证明你是关内十八省的都会使，这是晚清时代的概念啊！所以说我希望第一个华侨身份证明文件可以来的这个有哪些优惠列给我？第二个，我们这个华侨身份证明文件怎么样越符合实际状态？你现在讲，我们现在检具别的国家给的资料是哪一些，以及我们依据的概念是啥？好、哦，也都检具一份文件给我，多谢你，谢谢。多谢委员，谢谢。请江启成委员。谢谢，请主席邀请这委员长，请委员长。江委员早安。好，这个委员长，这是业务报告哈、啊哦。那你平常啊，我们到侨委会委员长常要出国啦，是，对不对？那最近这个疫情，你的出国的状况不就大幅减少？跟委员报告哈，这个自从一月中旬以后哈，那么疫情逐渐严重之后，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我们都没办法出国。所以你们这样怎么样维持你们的侨务工作？
我想维护侨务工作，基本上我们有54位同仁在海外，那么还是也透过外管的运作，就是主要靠联络，是透过外管的同仁来第一线服务，然后我们会内我们就靠联络打电话这样来维持联系。那当然，在联络内容当中，一定很多就是关于当地的侨界活动啦，或者是那边的侨校的这些目前运作的状况啊，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啊，侨界活动受到影响的程度有多少？是跟委员报告哈，现在就是说，截至到4月底哈，我们现在是按滚动式的方法在评估哈。对。到4月底的话，我们很多活动都暂停或是延后，或是停办。好。譬如这些活动有多少？你们有没有统计？这些活动我们有一个统计，我们有一个统计是没有在你们上面并没有写哦。我们有一个统计表，我们事后再提供给委员参考。你们现在只有查得到是说一些重要活动办理的异动情况，但这主要都是侨委会的业务，自己的业务。可是海外的这一部分，我看你们是并没有公布啦，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掌握，还是说没有掌握，还是有掌握没有公布？啊，跟委员报告，侨界的活动不是你们自己业务的活动？海外侨界的活动就很多了啦，那就非常多，那就是由我们驻外同仁他们在当地管控，基本上我们会本部我们没有管控，因为那量太大了。OK， 量太大。那这部分有多少是涉及到我们有给补助经费的？涉及到什么？我们有给补助经费的。哦，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情况，如果他们侨界需要我们侨委会做一补助，那我们驻外同仁会报回来。这些你要统计嘛？就是说，你原本有给他们补助。但是因为疫情呢，延后或者停办的，是那这部分的经费，你们怎么处理？如果疫情它停办的话，当然我们经费我们就没有补助了，对，他们没有办的嘛，哈。那延后我们就等它的延后继续办的话，我们就会他申请，我们就会来评估，就给予补助这样子。啊，那这部分目前影响有多大？你没有统计吗？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跟委员报告。我们大概要到这个第一季哈结束之后，我们会内部会评估，就是我们预算执行。第一季到的时候，把这个资料给我，好不好？好好，我们到时候评估看我们的预算执行率怎么样，再跟委员报告。当然，这里还有一些除了侨界活动之外，侨校是侨校的课程应该也有停吧？是跟委员报告哈，那个委员讲到一个重点哈，就是说侨校就比较好处理了哈。对，因为我们现在鼓励侨校尽量用线上教学。那线上教学的效益怎么样？线上教学效益，坦白说，当然没有比实体教学来的效果好啊。而且侨区很多，像有的地方甚至他们还没有这个系统啊，他们没办法做线上教学，所以这些都是现实上的一些挑战。哦，但是我们有一个侨教处有一个很好的全球华文网，基本上里面的资讯。那这部分就是说，当然像国内来讲，我们延后开学嘛，是不是用延后开学嘛？啊、哦，那你侨校的部分，你是无限期，还是说你因为现在停课，将来会补课？啊，这不会，还是跟委员报告就不补了，就用线上来弥补？是，这跟委员报告哈，因为。绝大多数的侨校都是属于我们侨胞自己经营，换句话说是私立学校。对，那私立学校我们就是尊重他们校长，他们每个学校自己的政策，因为侨区每个地方影响的情况也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会自己做判断，基本上我们都尊重。对啊，尊重归尊重啊，但是站在如果说你们有推广这个华语教育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再加上。我想这些多多少少你们都有给予补助吧？看他们如果有需要，对不对？最重要补助就是提供免费的教材、教科书啊，这免费教材的部分。好，这部分我想是不是你们应该要精确的掌握啦？因为我看你们在不管你们自己对外公布的资料、网站上面的资料，似乎都不是很清楚，到底目前全球侨校停课。啊，或者是延后开课的一个状况，啊，这部分这个事后我们再来做这部分的资讯是你们应该同步让大家知道啊。好，因为这个疫情还在发展中，因为包括刚刚讲的这些侨界的活动，啊，我想也不要因为疫情，然后比如说委员长你们的你大概不可能再出国去从事这些业务的视察或者宣导的工作嘛。所以怎么样透过线上的方式能够继续让你业务可以推动，是，这也很关键啊，因为这个也涉及到另外一个业务，就是台商，是啊。那今年台商的活动
尤其回台湾的这一部分有没有受到影响？台商大规模回来台湾应该是七月份啊，亚总还有九月份四总。对，那目前这两个活动目前有没有受到影响？目前现在还不敢想，因为还早。哦，现在我们要看疫情的变化了。但是我跟委员报告，跟委员三月份的非洲台商总会的年会已经延期，然后三月份非洲华人会议也延后，是说全部都延后了。对，延后，然后欧洲华人会议就停办，明年再办，明年再办，所以是有受到影响。但是延后是无限期，还是说延后到某一个程度以后就停办？我想主办单位他们会去评估，他们这部分你们都全部交给主办单位啊。不是，因为这个都是侨界他们的活动。好，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我们开班的部分啊，我们自己本身，在侨生的这一部分，侨生来台，不管是短期的，或者是来台就学的这一部分，这部分有没有受影响？跟委员报告，我们侨委会有两个班，一个是3+4技职专班，另外一个是海青班。对，那3+4技职专班已经在上课了，这个要到七月份才会来报到，所以目前还没办法去看到评估。对，海青班我们现在在报到，我们有统计过，大概有1%的侨生受到疫情的影响。1%是多少？1%大概多少人？70个人左右，70个人左右，他就没有来读书这样子，就是没有来台，就没有来台，对。那来台的这一部分目前的状况怎么样？1% 是7位，7位，啊，所以总共是700位。736位来报道。这些侨生状况都还好吧？都还好，目前都还好。这部分可能你们也必须适当的给予关注。是，我们会注意。还有一点啊，就是排华的状况。我们从媒体电视报道看到有一些画面，是坦白讲，这个我们都很不愿意看到，包括我们自己，因为你也知道，在国外啊。这个现在感觉上对亚裔、对华裔是有一种另眼看待的方式。那这部分你们怎么因应、怎么帮忙，还是说无能为力？这个我们跟委员报告哈，那个的确有侨胞来跟我们反映，就是譬如说这个美国跟欧洲跟这个澳洲那边的哈，他们都不敢戴口罩，因为戴口罩就会受到骂、辱骂，会甚至有人会被攻击哈。那的确现在这些地方也很严重啊，是，对不对？是。那这些地方，他们像欧洲，他们口罩都买不到，口罩都买不到。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的话，我们侨委会现在已经在做这个 badge 啊，我们的 badge 上面有特别清楚写台湾，还有我们的国旗啊。我们希望这些 badge 来提供给我们海外的侨界人运用，他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来识别他们的。你所谓不敢戴口罩跟需要戴口罩啊，因为现在有些地方疫情这样严重，我看他们也都戴口罩。对对。所以应该也不至于发生说不敢戴口罩，反而是比较担心是买不到口罩吧。买不到口罩，那另外他们的文化，像欧洲人的文化，他们基本上是有重病他才戴口罩，否则的话他们就不戴。所以他们很多欧洲人到现在还不认为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疫情，所以这是比较麻烦，他们防疫的最大的挑战在这里。那在这种状况底下，有没有？我礼拜一咨询外交部的时候，就比如说关于意大利撤侨的问题，那时候外交部给我回答是说还没有侨界提出来，可是好像是昨天就有提出来，是不是？还是前天？好，在意大利这边有侨界就希望能够有飞机回来嘛？是。那这里部分你们有收到吗？有收到这样的需求吗？我们都有知道，跟委员报告，我们在米兰跟威尼斯，我们有两个由侨界他们自动自发组成的急难救助协会啊。我们跟这两个会的会长都有保持密切的联系。那现在状况呢？那现在他们就说大致情况，他们觉得还好，因为这里面400多个人，大概有将近200多个人都是属于我们台湾的女性，嫁到当地去。对。那这些人他们的意大利的亲人啊，家属会照顾他们哈、那有一些在米兰，有一些台商哈、那他们会很担心，他们会在观望。那现在有在那边有没有说我们的侨胞有被感染或什么？还没有，目前还没有，都没有。目前还没有。那所以到底有没有要求要
要回来台湾这件事情？我们侨委会得到的信息，目前我们跟他联络的时候，还没有人明确说，哎，是不是派飞机来把我们接回去？倒还没有接到这样的信息。如果他们真的有需求的时候，你们做得到吗？如果有需求的话，我想我们立刻会跟外交部来联系。哎，因为这个在意大利，我们侨委会并没有派同仁，外管来统一指挥。哦，你们在那边没有派？没有，那边没有派侨务秘书。好，我想这部分还是请你们务必要谨慎，而且是就是说随时注意侨界的需求了。是，因为毕竟这是你们的业务，也不是完全都是外交部。没有错，没有错。啊，因为跟侨界的联系的管道的畅通，这要靠你们来维持的，是吧？是，好，谢谢，谢谢委员。请何志伟委员。谢谢，主席，请那个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委员长？谢谢。请委员长。谢谢主席。何委员早安。哎，委员长，你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徽章，这个 badge 可以借我看一下吗？如果说有图档的话，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这个在给厂商在制作当中。可能要多久会好？黄主任，那个徽章，徽章的图档可以，如果可以的话，等一下好，我们等一下会后我们把图像给委员看一下。如果现在有的话，可以让他上一下我们的 PowerPoint， 这没关系，好吗？那个有吗？有那个，还蛮想知道他长怎样。给委员看一下。对，因为是新的，没看过。给委员看一下。好，谢谢。对，给委员看一下。那大概会做多数量会做多少个？3000多个。然后这个经费是由谁出啊？侨委会，侨委会自己出是不是？是是是。好，有个台湾这边 ROC， 一个台湾一个 ROC。好，谢谢。可以的话让他上到我们的 PowerPoint 好吗？那个图档。然后没关系，我想请教一下委员长，是我们侨委员会的这个整个业务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侨委会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它就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这样的机关，在凝聚全球侨胞的向心，来支持我们国家。嗯，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所以不要让我们的侨胞就跟台湾分离了，是跟中华民国疏远了，是共同来支持民主、自由、人权，是亚洲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华人的民主国家。是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大家也对台湾、对中华民国认同，纷纷回来，好像创下新高，是不是？是创下新高，这个比这个4年前我们回来多了一倍。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几个计划哈，归类出来应该有三个，第一个叫做海外搭桥计划，是第二个是恋念台湾，哦，第三个是海外青年英语服务营。那在质询的过程当中，现在因为武汉肺炎肆虐，那有哪几个影响到受影响取消，或者是人数锐减？是第一个跟委员报告，就是恋念台湾这个是有小孩子哈，这个回来那些家长都害怕了哈，所以这个已经今年停办了，没有办法办下去。停办会影响到大概多少人呢？上一次是610人嘛，这一次大概影响多少人？报名后又取消了。今年报名多少人？今年偷偷是600，今年偷偷报名的670个哦，比去年还要增加，比去年还要增加。对，那但是影响到670人。那海外搭桥计划呢？海外怎么样？海外搭桥计划，海外搭桥计划的人数，报名的人数680个人，比去年也增加了。对，那今年的状况是？今年状况现在是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目前大概搭桥计划的年轻人都是暑假放暑假的时候7、8月出去，那现在7、8月的疫情怎么样？我们现在还在观望。我觉得应该也会影响到。对，如果会影响，是否可以尽速的让有报名，因为这是我们在台湾的子弟出去嘛，是那恋念台湾是在外国的侨胞还有他们的子弟回来嘛，是是，那这个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预测出来是否要取消还是有怎么样的模式？大概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是采取一个滚动式的决策的模式哈，我们现在是3月11号嘛，我们现在抓到4月底，我们会观察情况怎么样，4月底如果发现疫情还是严重，我们就会往后再推，
就逐步的会往后推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海外青年英语服务营，是那我们预计招募还有报名的人数大概是多少？六成段300。今年报名的人数比去年大幅度的下滑、因为疫情的关系，只有去年的六成。那这样加总起来，三个计划会影响到的侨胞，不管是出国还是回国，大概将近有1000多人，1500人上下，可能有那么多人。Estimate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是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哈，我们看到台湾在这一次的 coronavirus， 我们台湾做得非常的好，很多国家甚至要抢我们的总统啊，要抢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啊，要抢我们的唐凤啊，台湾。的处境在国际的处境，我们向来以民主自由之外，我们的灵活度是相当高的。是，在于科技上的应用，或者是既有的软体平台的应用上面，我们做到非常到位。那想请教一下，我们看到这一阵子武汉肺炎，那我们看到很多通讯软体，它的下载数是大幅度提升的。那拿来开会，可能拿来联络亲属加油，我们有没有要去思考在既有的软体平台，像我们办公室也是准备好了，随时如果说真的立法院怎么了，我们有远端的开会机制已经产生了。那我想中小企业的精神可不可以套用进来，台湾的灵活的精神可不可以套用进来，虽然形式上取消的人没办法到，但是精神也好，或者是人跟人的温度还是持续维持住，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了吗？是，谢谢委员的指教哈。我们现在在侨教这一块，因为疫情的关系，学生都不敢到学校上课，所以我们现在就鼓励我们全球的侨校来采用线上教学，这样线上教学、线上教学、远距教学、远距线上教学的方式已经确定了。那这三个计划会不会用远距的方式来做调整？因为像我对你的这个青年英语服务营，我非常的认同。我办公室有一个最年轻的实习生，15岁，他是美国在台，就是美国学校的学生，他叫 Martin， 非常的优秀。他也是让在美国学校的小朋友，在我的选区相对比较辛苦的几间学校，他直接主动的去教小朋友英文，而且他不仅仅只是教英文，他希望成为他们的 role model。那很好奇，我们这将近影响到了150个子弟哈，或者是台湾的台湾的查某囝，我们有要开始怎么样用远距，然后我们的细部执行计划大概会长怎样？我想谢谢委员给我们这个 idea 哈，因为我们还没有想到这一块哈，就是说怎么样，如果海外的这些这个华裔青年子女他们没有办法回台湾教英文，有没有可能他们在海外用远距的方式跟国内的这些学生来教学？而且他们如果可以加到像脸书或者是他们爱用的 Instagram， 其实都会有一个长期的互动，就真的是高朋友啊，是是，也许打击面跟 TA 人数还会再增加。是，那这一块是否我们可以开始讨，那我在这边行使我的建议权，请你审慎的考量。谢谢，谢谢委员的建议。对，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你们速度要快好不好，因为看到恋恋台湾已经遭取消了，那现在我海外的搭桥计划甚至是英语服务营，那如果你们有的话我也愿意加入好不好，我应该也算是资深侨胞，对，好不好，可以吗？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咨询就到这里，那再拜托一下，可不可以给我个时间点，你们讨论时间需要多久，还有执行时间大概多久？我们尽快，因为这一个英语青年服务营是跟教育部一起合作，是国内的学校都教育部来安排，所以我们要先跟教育部来双方先沟通一下，是不是给我们两个礼拜的时间？两个礼拜，好，十天，好，谢谢，十天，好，感恩，好，好，谢谢，加油，谢谢。请翁玉霞委员。主席邀请吴委员长，请委员长。吴委员好。
委员长好，各位侨委会的同仁大家好。这看起来有点怪怪的，以前都是好朋友，现在坐在这边咨询好像感觉蛮奇妙的，坐在对面咨询。委员长，你最近比较出国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对不对？不敢出国，不是比较出国，不敢出国。本来出国都是在放松了，你出国都是在做工作了，是，因为你的工作就是海外查报复，对，你最了解。其实我也了解说你一天有时候要走超两三个下去，甚至两三百公里你也在走，是是，啊，这海外驾包大家都很甘心啦，可能国内侨民较无，国内迄个国民较无迄个感觉，是，吼，啊，侨委会吼，一年的预算是这么的少，服务的世界各地的台商这么多，有当时啊，恁的补助一点点啊，尔，是，啊嘛，佮交包嘛无怨言的，因为吼，因感觉讲，这就是恁对因的感，对因的重视，伊嘛拢放在心里面。一个心啦，系啊，就迄是一个心啦吼。所以讲交包对国内实在真正是会当讲哦，足用心的啦，是哦，甚至吼，你也看吼，咱这个所有的过去，咱所有的这个国内啦，什么状况的时阵吼，侨委会直接通知落去，侨民是收到资讯了后。所有的捐款一个就够了，是哦，包括咱看哦，921大地震，感觉足奇怪，921一个大地震，海外侨胞捐款竟然是恁侨委会一年的预算搁较侪。在这里看，多谢咱海外侨胞，大家真爱国啊，真爱国。啊，不管咱八八水灾也好啦，面对台湾，这是几个代表性的啦，嘛是还佫有其他的小的，包括八一气爆啦，是讲台南这个地震啦，吼。对，还有花莲的地震，花莲的地震。对啊，佮花莲的地震啦，侨胞拢惊会到的所在，拢有去，啊，拢佮吼尽心尽力。即马佫来请问。咱急难救助协会，头先有讲过嘛，哈，急难救助协会，敢是侨委会，还是海外侨胞在做的？阮侨委会去鼓励，吼，去鼓励咱海外侨胞来做这个无意义的工作，吼。哦。啊，阮真多谢咱海外侨胞，大家拢真用心，吼。譬如讲南非，六位南非来，咱南非就六个急难救助协会，对，是，大家真甘心啦。包括这个意大利嘛，是拢急难救助协会是是是啊是啊是啊。可见侨胞一向拢对国家真向心力。对对。所以侨胞是我们国家力量在海外的延伸。延伸对哇，这政府讲的，不是我，是咱讲，不是你讲，不是我讲的啦吼。现在要来请问吼，这届为着这健保的涨价，其实海外侨胞蛮不喜欢对涨价了。对。你是讲合理的涨价，让他们知道该怎么涨价。怎么去取款，怎么去交款，哦，这个侨胞们，我重庆委员长你也是有调查啦，哦，我真了解，为着要修理一个方案，啊，把所有的人都关了，所以我感觉，哦，对侨胞真不公平，因为侨胞一向都很支持政府啊，对不对，哦，你看，哦，他要规定的说，如果没有183天，啊，就要收多少钱，8500元基数开始，啊，委员长，头拄仔你嘛有讲过呢，咱是一挂太太，是嫁去伫欧洲，嫁去伫外国、美国，就是全世界拢有迄个结婚的太太，她为了要保有我们的国籍，所以呢，她没有放弃国籍，但是中华民国有国籍就是爱交健保，对不对？好，啊，所以这人嘛，按你来讲，一定爱交8500啊，因为伊无收入嘛，伊是嫁人做某来去外国，哦，做外籍新娘尔，无收入。个另外，这第二类人，有的陪先生外派，啊，陪先生去外口工作，啊，伊本身嘛无收入哦，啊，这样子的行程，你看，这是不是我那节都好卡在这个所在呢？哦，啊，个另外一点，真侪人有双重保险，伊伫外国嘛有保险，啊，伫台湾，因为一定爱交健保嘛，所以他是交基本费，还是讲交什么？我这个无去请，无不方便。无去调查啊，较清楚。但是两边拢有保险，啊，住伫外国的人，伊嘛无可能为着一个什么小毛病，啊，就倒来才看医生。这，敢那机票钱都袂合啊啦，对不对？所以伊无可能讲什么问题就回来。那这一些人在外面工作的，包括他的太太，包括他的眷属，哦，他在外面。每一年大概回来只有两个礼拜，那这个也是排除在183天之外。那这些人全部都要缴8500以上。啊，委员长，啊，请问你对这种的看法？我要你的看法啦，哦，我不是讲你要搞好健保局哦，我要爱你的看法。是，这我甲委员报告吼，咱台商咱的侨胞吼，伫全世界吼，都
长期以来对咱台湾吼，对政府的支持，加咱国家的这种吼。这种爱好吼，咱台湾真清楚，看了真了解吼。但是这边这个健保这个修法的问题吼，是咱大院吼，咱的委员提出的吼。啊，我最近伫我的赖群组吼，啊，看见咱组织海外乡亲的声音，建议什么款的拢有啦吼，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拢有就对啦吼。啊，但我相信委员你也了解的，讲这个健保修法这个业务吼，叫政府的分工吼，这是咱。卫福部的全责哦，卫福部全责啊，但是咱侨委会服务侨胞、关心侨胞哦，所以我们侨委会也应该要对这个问题要表示重视、关心哈、哦。所以呢，我们已经请我们的同仁在海外哈、哦，尽量的来听取侨界的声音、意见哈、哦。我们会把这些意见会汇整哈、哦，我们会交给来卫福部，让卫福部来做决策的一个参考。好、哦，我们想我们会做到这样，因为我们不能够有说侨委会没办法说 yes or no 啊，因为这个咱的捞过界啊嘛，这不是我们的全责哈、哦。但是我们绝对会把咱交界声音忠实的传达给我们的卫福部了解。好，好啊，我知道你有做问卷调查，啊，我冇做问卷调查，啊，你问卷调查我有看过，介简单，你讲 yes 跟 no 尔，啊，我问卷调查我是有包括大家意见，你填写你的意见。很多侨民他们的意见说，我们可以接受调调整，但是呢，要告诉我们是不要那调整。你不能每一个一竿子打死一船人说，说哦八千五，那、啊、这样就不对嘛，对不对？好、哦，那第二个就是讲他们的意见也是同意说不要停保嘛，真侪人然后还拍 percentage 我拢有啦哈，他们讲啊，得给保险都继续保嘛，这是嘛有诶，不是完全拢不理性的。其实海外的侨胞你知影足理性诶，那台湾经公得利，经公得利，经公得利，他们只是要一个合理的告诉他们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是。所以我刚刚要求委员长说，委员长，你爱尽尽量来对侨胞表示讲，好，我是恁的大家长，我会甲恁的欢叫欢迎。啊，你的看法，你的欢迎吼上吼吼。健保署怎样？一定，就一定。卫福部怎样？是。啊，那无这个啊，那退出来吼，我看规个交包拢变。嗯嗯。因为唔是干那一个两个嘛，因为足济嘛吼，对不对？这我了解。所以吼，这个时阵，我要甲部员对讲，拜托你甲你的意见吼提出来吼，大家了解者吼。海外交包吼，还有拄只安尼讲海外交包是唔是包括什么蒙古国什么？我感觉迄种啊拢无可能啦，迄种的吼，迄有较迄落啦。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哦，交包有交包的心态啦。他是相信的国家，相信这个国家，哦，尤其是对交会，恁行未到所在，你出去就知影。你若行未到所在，交包替你一件头前，敢毋是？是啊，是啊，是啊。哦，一寡政要，什么你若讲要联络什么人，要看什么人，伊拢得想办法，对不？对。哦，包括咱即马个台商会是叩门之旅哈，迄个白宫叩门之旅嘛是带上会去的呀，对不对？对对对。啊，括什么东南亚，即什么 TPP、RCEP， 都嘛伊嘛拢有拢去咧协，拢去咧协调，毋是无啊？委员，你的想法甲你的心声，我做了解。对啦，我完全了解。所以讲，拜托你啊，唔要替海外侨胞讲几句话，应你是大家长。一定，我一定，嘿。嘿。好，我那个大意跟来欢迎。再来个电话，最后好，我几分钟好不好？哈，好，我几分钟哈。最近哈，咱唔是因为那个所有班拢啊停课对不？对。哈，啊，最近你这个课哈，你这个课有这个拜开始到这个拜要结束，拜开始到这个，我看你参加的人有几个人啊？十二个人。十二个人呀，啊，这十二个人哦，烘焙班吼，这十二个人，邓艾，连密闭式空间内底，因有做着相对好的措施不？全程好，防疫措施啊，这些全程都戴口罩。好，那么他们回去，你有没有让他们知道说，万一他们回去被当地国公还你也拘留，你也这什么什么？什麼自家隔离的时阵，安尼因有这个心理准备无？爱敢吼，因知影咧，我等你哦。啊，我等你台湾参加一下，等下十四天的隔离，安尼对你来讲是。我甲委员报告吼。我甲你去哦，我是替你烦恼啦。我甲你去哦，没啦。对，委员，我甲你报告吼，这十二个学生吼，拢是为过年的等来台湾到起嘛。啊，因个袂个等去无？暂时袂等去，袂等去。那安尼是介好，安尼较放心啦。我来较放心。那安尼介好，我嘛担心讲到时啊，你叫没？多谢委员，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吴玉祥委员，啊，谢谢委员长，请回座。好，我们现在请吕玉玲委员。谢谢主席，请委员长。好，请委员长。
李委员好。委员长，大家都很关心全民健保，是健保要修法，现在已经在所有的海外上，很多的侨胞侨界都听到这个讯息，那也根据侨界的反应，就是说我们侨委会特别的去公布发布这个讯息，要因为修法的方向跟我们侨胞征求这个意见，这个是行政部门团队委托我们侨委会来征求意见的，还是个别委员要求你们这么做的？好，这跟李委员报告哈，我想这个事情是我们侨委会本足我们的权责哈，因为这攸关我们侨胞他的福祉，所以是侨委会，我们侨委会认为有这个必要，对我们认为有必要，应该听听用海外侨胞大家的意见，我们是这样。那你现在会诊这资料，这些意见是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驻外的同仁他们都会私下跟各个侨团社团的侨领啊，这个荣誉职人员，大家私下会交换意见。好，那我们侨委会也都会及时的把这个问题的发展、最新的信息，我们都会通过。意见有没有归纳几点？我们都会通过。支持的多还是反弹的多？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不是做那个。会诊了嘛？我们只是会诊这个意见，但是我们没办法会诊他的个案啊，就是说支持的有几件，反对的有几件，这个我们做不到。反对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他们反对原因就认为说，因为他们现在绝大多数侨胞都是付最低就是789块的那个保额嘛，哈，那么他们现在对于这个相关的民意中的这样的一个第七类款的这样的一个所谓量能互惠的这样的概念，哈，有可能高到12000或者8500，这个他们基本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委员长，其实也有很多的侨界侨胞有跟我来做反应，他们认为你们这次的修法太针对性的，针对性就有个别委员提案针对黄安小明事件，结果现在修法的内容在媒体上我们看到的这些内容都没有针对黄安跟小明，所有侨界人他不是黄安跟小明啊，你的修法没有影响到黄安跟小明，反而影响到所有侨界的同胞，所以他们的反弹才会这么大。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台湾的全民健保是一种强制的保险，强制的社会保险，反正你有入籍户籍在台湾的，你就必须要保险。那对于海外的，你有入籍在台湾，你回到台湾你要缴3个月的保险费，除非你除籍后你就可以不用保险。所以我们这个讯息发布出去之后，侨界的认为说，是不是我长久居住在国外，我就可以不用保险，不用交保费，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希望委员长，你要有你的态度，你长期的在跟我们侨界做交流做沟通，来保障他们的权益，在此时此刻你必须要站出来说话。我们不是反对修法，不好的法我们必然要修，不公平的法我们也要修，但是修要修到公平，如果修了修不公平的话，这个法还是会有问题。所以委员长，你要多听听，既然你去会诊资料你也认为有这必要性，你就要帮他们说话，对不对？我想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案子是现在还在一个发展中的阶段嘛，我相信不管是提案的大院的委员，或是我想卫福部，他们都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那我想我们侨委会当然很关心我们海外侨胞的福祉，这个我们也在尽量的来听听他们的宝贵的意见。那这些东西因为委员你也知道，因为政府部门是有分工，那这个有关修法这是卫福部的，所以侨委会才必须要真实的反映侨心，是我们会反映这些，你要凝聚侨心，那侨心要认同啊，不然的话他们认为他受到歧视的话，你这多年来的努力都是白费的，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会来把这些信息收集。好，那尤其刚刚大家都关心着刚刚的健保，我也要讲，我们台湾的健保类别总共只有6类，而是个别委员要增列第7类，目前还没有第7类了。目前还没第7。那今天早上我特别看到我们法案室的系统里面还没有委员提案要修法的，所以委员长你一定要注意，好不好？好。那针对你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全球台湾同胞被确诊的有14位，在欧美接受治疗，目前治疗的状况如何？
我想他们基本上是隔离了哈，那大概这十四位分布在隔离多久了？隔离多久了倒是没有，但是有没有安全已经出来的？知道他们在哪几个国家？在美国有陆续的关系吗？有美国啦哈，还有法国，还有另外一个，还有都在欧美。日本有一个是日本一个，法国一个，其他都在美国。一定要持续的关心，我们会关心，我们会关心，希望他们的那种健康的出来，是是好不好？是 是, 是，我们会注意。针对我们现在侨委会很多侨务的工作都是做交流的，最重要都要出访去安慰、去抚慰一些我们的侨胞。是。那有很多的交流的会议，包括我们的文化、侨教、经济等等都有。那委员长的报告里面也特别说，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暂时停摆，我们侨务工作可以停摆吗？不是，那我也想说了解说，你说啊，疫情能够趋缓之后，我们四月份开会讨论之后，看看六月份天气热一点可以减缓，我们再来安排后续的侨务会议。但是，委员长，您在今天的业务报告里面第十五页，你特别提到大陆针对这个策动侨团的组织，以乡亲的情谊、春节活动的名义，在包装松懈海外的侨心来攻防，希望能够针对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要求侨胞侨界办理活动，宣扬热爱祖国，能够做踊跃的捐献这个物资，这是一个统战的工作。如果加上这种情形，我们在出不去的阻碍下，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整个的侨务上的危机呢？这跟委员报告，谢谢您的关心哦。事实上，应该我刚刚讲的那个，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停摆哦，是指的那些活动我们暂时没办法办，但是整个侨务工作还是持续在进行。我们在海外有54位同仁哦，派驻各个外馆，另外我们国家外交部各部会同仁都在外馆，都持续的在运作。换句话说，代表我们国家的力量在海外基本上是没有停顿的，持续在推动，我们跟侨界都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点委员放心。如果你没有停顿，侨务活动会议你都要照办，你要找出一个配套啊。比如说，是不是远端的用视讯的方式也是可以办的？你有没有在研议这些？是我们现在都有在做一些这个可行性的评估哈、哦。那譬如说侨校，我们就用系统远距教学嘛哈、哦，用这个线上教学的方式来克服这个学生不敢到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障碍，这个我们在做。那自己还有其他的活动，我们会看怎么样来做处理，包括刚刚何委员讲到这个海外青年回台湾教英文，这个如果他们也不敢回来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可不可以用线上来教英文？这个我们都要评估，哎，我们都会来评估。这个我们的侨务工作绝对不能松懈，是当然，好，还是要陆续的继续的关心，是好，也要协助他们，是一定。说到协助，疫情一直的扩大在发生着，是我们对于纾困的解决跟协助帮忙的预算上，虽然说没有排列到我们侨委会这一块，是，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侨务的业务上有很多要我们台商回流、台商回来台湾投资，这都是属于你们的业务。是，但是现在台商如果在国外有需要、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予协助。所以侨委会是不是也要跟经济部一下做一个调整？好，来协助、来帮忙，尤其是我们有个海外信保基金，是这个信保基金，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调整，来协助有困难的一些台商那个的补助的经费？是这个，我们都会根据后续性的这疫情的一个情况、冲击的情况，我们随时都会来应变、来做处理，这样。所以一定要注意邻居侨心，好不好？没有错，谢谢，谢谢委员指教，谢谢。我们在王定宇委员咨询完毕，休息五分钟。现在请陈以信委员。哎，主席好，我请委员长。请委员长。没有这个问题的啦，还有需要帮助？陈委员好，委员长早安，第一次跟您咨询。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哈。现在国内的疫情非常严重，是政府已经是防疫一级开设啊。那我想请问，防疫一级开设啊，侨委会的一级应变作为是什么？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措施，我们是不是有个表？
我们有一个表，我们目前对于这个疫情的处理，人事室不是有一个表吗？我们都有内部都有开会，然后我们会针对一级、二级的状况，我们都有一些规划，有一个表吧？哦，我们有这个表。这个跟陈委报告哈，我们目前对于防护的相关措施啊，我们有针对目前的现在的情况，我们请同仁要注意哪些事情哈，比如说这一个戴口罩啦、多洗手啦这些哈。那么公共区域的话呢，要做哪些事情？我们这边都有一个详细的说明。我想这个啊，在四级开设的时候就要做了哈。对。那我们随着疫情的升高啊，我们已经从二级现在已经上升到一级了，也已经有相当的时间了。是在一级防疫开设的时候，贵会有什么样特别的作为呢？我想我们根据这一个行政院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哈，我们都做了基本的防护措施，包括这个戴口罩啦，这个洗手的酒精啊、洗手这些我们基本。委员长，我在想哈，现在一级防疫的作为哈，都是要针对政府的各项功能哈，必须要有持续营运的计划，必须要跟疫情的状态共存哈。是。所以侨委会现在有没有做到这个？如果里面有人确诊或者被隔离啊，你们有没有做到这种分流啊办公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呢？跟委员报告，我们在这边第二阶段哈，我们就要分区分流办公哈。是，我们大概到时候会有三分之二的人力会这个在会本部，三分之一我们会移到北投的华侨会馆是去上班。委员长，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状况了吗？现在还没有到第二阶段，政府已经是一级防疫开设，但是你们却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是吗？不是，政府已经要求各部位要做规划，要提前部署，所以我们已经部署完了，已经部署完了，已经部署完，只要行政院这个命令下达下来，我们就会进入第二阶段，好，都有规划。这个就是我要提醒的哈，政府的功能，尤其哈，当疫情扩大，海外的各种侨界的这个问题哈，会持续的发生。如果侨委会是中枢哈，如果这一些的疫情哈没有办法做好的这个掌控，甚至功能有所影响的话，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处理哈。是，我们看下一章哈。现在啊，各国的这个疫情非常严重啊，你可以看到意大利的确诊数啊已经到了9000啊，那再过来你可以看到这个伊朗、南韩、法国、西班牙、德国、都在升高啊。我们再看下一张哈。我现在要跟你请教的是说哈，现在我们在意大利的确我们有一些侨胞在那一边本来这个昨礼拜一我们在质询外交部的时候部长是觉得说那边不会有撤侨的需要，可是我们马上发现到了当天的晚上啊，就有台商会长表示可能有撤侨的需要。那这两天本席透过意大利这边的朋友也在了解啊，这个需要呢或许存在，但是并没有很多啦。那现在事实上也是有一些困难在，但是我这边要提醒的是说哈，侨委会在这个部分的这个应变的动作哈，是否有充分的掌握？你现在看意大利是这个最前面的案例哈，那再过来后面紧跟着其实是法国西班牙跟德国。那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整个在欧洲的侨胞好像也有个六万人，是不是？4到6万人，差不多。好，差不多，差不多。所以我这边要问说哈，委员长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做好有可能的应变的准备不管是当地侨胞上面的需求，万一有这个封城的状况扩大，侨胞希望包机撤侨，你们做好相关的准备没有？这个跟委员报告，我想委员对欧洲事务非常的了解哈。那么欧洲地区基本上来讲，我们很多国家都有外管哈。我想外管这个统一指挥各部会在面对疫情的情况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做法哈。那我们侨委会在柏林、巴黎跟伦敦三个点，我们有派驻侨务秘书。那其他的国家我们就没有派人。那有我们侨务秘书在的地方，我们跟外管哈，我们会积极的合作，怎么样来因应这个疫情的发展。如果没有在我们没有派人的一些外管，那外交部这边会统一来指挥来处理。
理。这个地方可不可以要求，就是说哈，因为会需要要撤侨的哈，他可能并不是在当地有这个本地人家属的这种侨民啊，是，而很多是当地不管是旅游哈，或者说是短期在那个地方停留访问的，或者是学生哈，所以是不是请我们在这几个地方的侨务秘书哈，都要事先就建立好联系的群组哈，因为一旦这个状况发生，那是很快的，今天可能突然封城的命令就出来了，各地的这个侨民就开始紧张了，那能不能来得及离开呢？要怎么离开？所以这个地方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哈，在侨委会的网站上面，请问一下有关于疫情防范各地资讯状况的连结在哪里？我们在首页这边，我们有这个针对疫情，我们侨委会所推动的一些业务受到影响的，我们会把它呈现出来。好，这是让海外的侨界能够现在目前哈，其实很不清晰，对不对？事实上，只有在一些公告的部分哈，讯息的部分，针对某些局部的地区有一些讯息放上来，所以说。可不可以请侨委会哈，尽快的哈，在这个首页当中哈，有个清楚的连结啊，好，连结各个地区啊，你每一个地区侨民只要上侨委会网站，马上就可以看到你这个地方目前状况是什么，是要联系的侨务秘书是谁，如果有状况的话，该怎么样建立当地的这个联系系统，这个可不可以尽快的做到？委员，这个建议非常好，好，我们会尽快的把它建置起来，好，好，很好，好，那我们下一个哈。接着哈，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公告哦，绝对不能够只是这样发新闻稿的方式。好，我们再下一张。刚才已经有很多位委员啊，都提到有关于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打算要大幅提高啊，海外侨胞的健保费啊，这一件事情哈，我必须要说，刚才我有在听您在前面的对答啊，您说侨委会没有立场，你说这个是其他政府卫福部啊相关的这个动的这个权责哈，老实说，我觉得您这句话哈，让侨委会自失立场。为什么自失立场？基本上侨胞的立场、侨胞的心声，在我们的政府体制里面是谁来代表？就是侨委会在代表，就是侨委会委员长在代表。当每个政府有不同的业务，没有错。卫福部要怎么样决定健保费，轮不到侨委会来决定。可侨胞的心声总不能不是由侨委会来代表来说明吧？好，所以你刚才在讲说今天侨胞哈有不同的意见，我其实有看到。来，请看下一张。这个就是你们出去征询的哈，我不说是哪一个馆哈，你们是在三月四号的下午，主席再给我一分钟哈，好，三月四号的下午四点的时候哈，发到全球去哈，还有时差的问题，接着你要他隔天上午十一点就把相关的资讯收集回来，我跟你讲，这只能造成侨务秘书打几个电话给他认识的侨胞就把资讯拿回来了啦，所以这个状况其实非常的短，我必须要说哈，侨委会在做这个征询的工作哈，其实并不扎实，所以我现在要求就是侨委会这边，我等一下会做个临时提案哈，就是说现在针对这个重大议题，海外侨胞的心声必须要被完整的听到，所以呢，我会要求这个侨委会。在一个月之内，在各主要侨居地能够召开侨务咨询的相关会议，让各界的人能够充分的去讨论这个议题。我相信正面反面意见都会有。侨委会的责任就是要把这样子一个心声完整的收集，作为国内立法的参考。委员长，这样好不好？我跟委员报告，刚刚几位委员先进也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关心哈，我想我都回应了。那我要在这边再跟陈委员说明一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侨委会非常的关注哈，我们对于海外侨胞的想法看法，我们都在密切的在收集各方面的信息，然后收集完了之后，我们会来转给我们相关的这个主政单位来作为决策的参考哈。那委员你也知道。政府部门之间彼此有分工，但是呢，我们对于全球侨胞的福祉，我们非常关心。委员长，这个都我了解，但是我现在具体的要求，等一下也会做临时提案，希望一个月内在各主要侨居地召开侨务咨询会议，然后一个月内向本会提出报告。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好，谢谢大家。好，谢谢。
请王定义委员。谢谢主席，麻烦委员长。请委员长。喂喂好，委员长，你最近有出国？唔敢出国。好的，我要先确认一下，免得像法国一样去国会开会哈，从部长到议员一拖拉骨，通通确诊哈。是是。现在整个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其实是全世界共同的焦点。是。不管你的皮肤的颜色，不管你官位或平民，都有这个风险啊。以色列已经把国家整个锁起来了哈，所以面对这个武汉肺炎的情形，其实侨委会没法都独自在外面独善其身，所以咱看一下哈，现在其实最近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是各地的媒体，不管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啦，哈，各国媒体都以台湾的防疫作为一个标准，这是一个赞扬。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说这个叫做 Gold Standard， 它是一个黄金标准。我们做的四种东西，然后呢，意大利现在检讨说你这个政府做的怎么跟离台湾差那么远？另外呢，是政府官方的部分，欧洲已经好几个卫生部的主管，包含纽西兰的卫生部的这个 Director in General， 再加上美国都提出对台湾防疫的赞扬。我为什么跟你讲那么多呢？我发现我们全球的侨务系统并没有做讯息的交流。没有，也就是说，什么叫讯息的交流呢？一种，当然我们帮国家提升国际肯定的讯息，让侨界知道，侨界的声音让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针对入出境的管理，或者侨居地所在国的入出境的管理，只是侨委会，你的面比外交部还广，外交部没有布点，像非洲，我们在非洲外交部的住处很少，都要跑到南非去。斯瓦基兰的伊斯瓦提尼的那个大使馆，可是其他的地方外交部没有人，可能都要靠我们侨务委员或者我们当地的荣誉职。所以讯息的交换，一方面宣扬国威，我们这次真的做得还不错；第二个，提供国外国内有关防疫的最起码出入境的管理。比如某一国 Licky 的列起来，你一去就被关起来14天，当然大家知道嘛，很多国家搞不好台湾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我根本没有办法掌握那讯息。所以我刚才讲的，一个是国际对台湾肯定，一个是侨居地或者周边国家的讯息，我反而可以从你这边看到。然后另外像这个健保制度的修改，那可能我们海外的侨民他会有些意见，我们在国民跟非国民待遇之间希望有所差异，补助40%是对纳税人，这个差额也许不多，但是一个就是拿我们国家国籍，现在国民应该回国民要个差别待遇。然后呢，医疗的动用的资源，那很多侨界看到的是媒体间接的报道啊，你嘛知啊，侨居地很多人看到媒体哦，刚几斤两嘛。所以侨委会其实，如果你有办法扮演这样的角色，你的网页、你的网络的功能，跟你跟国内外的连结比较强哈。所以请其他青高委员调，我们这个在我们侨委会针对我刚才讲那几部分，你们现在作为是什么？我跟委员报告哈，我们同仁刚刚提供信息给我哈，我们从1月21号开始，我们总共针对国内外的疫情，还有这个舆情的收集哈，我们就收集了482则。那为什么我去看你们给侨委委员会的最新消息里面都没有？然后侨务电子报我们也设置了武汉肺炎专区，我们有这个专区，总共刊载了192则，我们国家的因应措施和做法。你们侨务电子报现在订阅人有多少？侨务电子报点阅率多少？点阅率page view 是20万。嗯哼 ，page view 有20万。20万，啊，你们家20万，全球这样20万，每个月20万是多还是少？还有努力空间，还有努力空间，有很大的，你那个只是 HV 而已，那个空间还很大。那陈伯伟的比你较衰啊，哦，也许那加起来一个月破千万的了哈。所以我在特别提醒，就是说，侨委会当然预算少，是有些东西定位会尴尬。但是在有关武汉肺炎这个事情上，你们是一个很好的讯息提供者。比如摩里西斯，我们南台湾的渔工会到那里，可是我们那里完全没有外交部的驻点人员，侨胞有没有？
他如果掌握到，如果这时候侨委会通令给所有我们的侨务委员、前侨务委员、荣誉职、咨询职，跟他说麻烦周你所居侨居所在地周边几国，如果有对台湾特别的限制，或者对全球有特别的限制，是不是第一时间回报我们侨委会？你们成立一个回报的窗口，就不会发生我们的人要飞到一个也许台湾人很少去的地方，去才发现要被遣回。你讯息可以提供啊，这时候外交部也可以透过你们的协助，让我们国际资讯完整。侨胞对国内有关健保制度的调整，也许有些误解，他把声音收集起来，提供给立法院做参考，提供给卫福部做参考，然后也可以把我们这边修法真正的想法传达出去。也许在拥有中华民国籍的跟没有拥有的，拥有的根本不用担心的。我们很多侨胞是有我们的护照的嘛，所以这一点是你们可以做，但目前本席看到是不足的。这个要改善，而且这个疫情哎，瓦固啊，我们在至少我知道欧洲开始准备大爆发了，请你们立即补强，否则我们一两个礼拜就会碰面一次哈，我还会追踪询问。下一个哈，一样，我们侨胞卡是在哪一年推出来的？我们在107年，106吧，106啊，107，2017年呢、啊？2017年侨委会推侨胞卡，我们那时候印象，我们在这边是因为接近国庆日，对，还在谈侨胞卡有什么功能什么的。那从2017年到现在2020年，我们的侨胞卡只有特约商店优惠，而且特约商店优惠跟观光局的台湾好玩卡呢，我们去对过了。不知道谁抄谁的，通知性很高。那 QR code 的部分啦、啊，限时限地优惠行程，这个电子票证一卡通或者悠游卡的结合，我现在打的是问号。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没有那个，没有这些功能嘛？没有晶片的功能嘛？没有，我们那个因为跟委员报告，当初就是因为预算的考量，因为如果要用一张晶片的话，大概成本要100块，那我们现在是没有晶片功能，一张才5块钱，主要是预算考量。委员长可以参，咱交流意见一下啦。是，无效的物件5块就浪费啦，有用的东西人家会缴100块押金来拿那一张。侨胞卡如果是一个认同，是一个宣传，你要让它有功能啊。我这边列4个功能，你只有第一个，那是让特约商店优惠哈，实不实用？你敢一起的怎样？不见得实用了，反而是第四样，结合电子票证，那个比较实用，在国内的消费就可以刷，他就不用再去拿一大堆外币啊什么换来换去，特别是侨胞这一块，那因为有晶片在里面，他就可能要个成本，悠游卡要押金100块嘛。也就是说，他用得到的人拿到这一张，除了认同以外，我还真的可以拿出来用，我还可以到这家商店消费的时候刷一刷，那个优惠就可以直接算在里面了。否则，像从2017年到现在，这一个侨胞卡，它其实还在原地踏步。那你们现在是不是每年还有编侨胞卡的预算？我们基本上那个就是上网页的维护大概10万块钱，但是我跟委员报告，你们的预算是356000嘛，资讯服务费10万，资讯软硬体设备费256000，我不太懂哎，这笔钱，你们侨胞卡什么都没有更新，你们这笔钱用在哪里？不是卡的费用。你跟委员报告，业管直接讲没关系。报告委员哦，我们这个侨胞卡除了就是在国内的特约商店消费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拓展海外我们侨台商的他的那个特约商加入我们特约商店，那就是双赢的一个效果。那目前海外这个5大洲侨台商加入我们特约商店的数量多少？我们现在就是海内外特约商店大概3500多家，海外占多？那海外大概将近700。700。对，我坦白讲，海外哈，我们国家这么广哈，海外那个卡会不会用到？当然有用到还不错，我不反对你们增加特约。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每年既然有边维护的钱，对，我们的功能却这么少，是，你们要思考，我宁可给你们多一点钱，让功能更齐备。好，我跟主席最后借1分钟的时间哈，你看一下这个哈，我们海外教学有分成台语跟华语，那海外台语的高二，跟海外华文的高二，拢有编有算来处理，但是你仔细看哈，这页最下方。华语教材的新教材几乎年年更新，2018年到2019年，台语教材的部分呢，到2006年以后
没有更新教材。那你帮两位有算开313万，这多当台语教材阁留伫2006年。2006年到即摆经过几个总统啊？呢是这样吗？我们没有偏台语教材。也就是说，海外的教学，华文、台语不偏废的状况下，这大细还嘛差伤多啊嘛吼。所以委员长，这是什么状况？这个处长刚刚跟我讲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台语教材这一块，基本上我们是跟教育部连结了，因为教育部已经有做，他们有更新。教育部每年都有招标新的教材。对，我想你跟教育部连结，如果你还停留在2006年，负责处理这个业务的人，你要交代出来。以前熊下面办，他有上班吗？因为台语的教材是每年要招，教育部是每年招标台语教材的教科书呢。啊，你华文教材跟着更新到2019，今年进入2020，台语教材有人专人维护，就留在2006。所以那个转制的页面怎么？谁办的嘛？把那个名字交出来嘛，是谁负责办的？跟委员报告哈，上面那个教材是我们前侨教双证看做的这个台语的一个教材。那后来其实我们就有做转制。那现在因为我们的预算有限，其实我们这几年就发现教育部它其实有在编台语教材，当然所以我们去做一些所有的部会预算都有限，更新这个不用花钱呐、啊。是。花手指头而已啦。我们在108年有成立一个华语文这个学习专区。我还是没有听懂，你华语文做得不错，每年更新什么的。对，你台语教学。台语的部分在去年108年有成立一个台语文学习专区，那有把教育部的这个教材去做一些连接。我再提醒你们，你们在网络上分享的有关教学的部分，你去看看差别多大，你们的点阅率多低，在低里面竟然还有分成华文的跟台语的差异那么大哈，这是不对的。好，这是不对的。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个业务，我就算了。你有这个业务，还停留在2006年的话，是网页忘记更新。我实际业务有做，也不应该。实际业务有没有做，我保持一个大问号。哦，所以委员长，我觉得螺丝可能要适度锁紧一点，不要因为预算少，业务很多有跨部会的哈、哦，这行不行啊啦？好，哦、我们会后我们再来检讨。好，谢谢主席。委员长，不要忘了，客语也是国家语言，也是通行语。不要忘了台语、客语也要。刚刚王委员讲，动动手指头，不需要什么经费，所以请重视客语，谢谢。现在休息5分钟。
然后提案的话，是不是在造势？一切事宜之后。董慧委员咨询完毕。现在目前没有吗？就不宣布了。没有，现在没有。好，我们现在开始继续质询。请。请陈伯伟委员。哎，李二，哎，邀请委员长。请委员长。咱拄只歇困的时阵，拄啊好有讨论到，讲交易会即马有存在的必要，是因为伊比外交部会当接触的国家较侪啦吼。但是有一寡代志，咱先确定一下，看咱两个想的敢有同款。第一，请问咱海外的台侨总有偌济人？差不多要200,000人。但是去年吼，我有听到立法委员咧质询的时阵，讲咱海外的侨胞有4,800,000人。你敢知影4,800,000人哪来？伊个应该是表示讲每一个国家伊个人口的统计吼。也属于华人血统诶，我用个圣爹来，圣血统诶，对，圣血统族群血统的概念。嗯，皮肤诶，就4,800,000人，但是实际上咱交易会也不应该是爱198,000人。针对有咱中华民国护照诶。好，那另外呢，搁请教一个，全世界海外使用台语比率上高的国家伫对？上高的国家应该是伫咱台湾吧？海外啦，台湾海外啦，应该咱台湾吧？台湾海外使用台语的侨民，哦，上济国家是嘛？比率上高的国家，应该是美国。你认为美国？美国，我认为是中国。因为咱的台商吼，去遐就作假，伊讲台语来表示讲咱甲中国人无同款啦。我想咱有台，但是这农委会我是唔知影是安那海外的代志，爱分农委会甲侨委会啊。再来请教一个，全世界上大的中国城伫对？你认为？纽约。我认为是台北啊。哦。因为咱的西南方吼是成都、重庆、吼四川，啊，正手边是松江、龙江，啊，这个我都唔知含台湾有啥物关系。所以我认为吼，咱咧讨论海外所谓侨民侨胞的代志，爱先讲一件，到底是华侨啊，也是台侨。我嘛真尊重华侨吼，因为人讲迄个孙中山这个相片，伊讲这个华侨是革命的乳牛啦，吼，就是讲这个革命的时阵透过伊真侪帮战，但是呢。这个帮战到底跟咱即马现处事现实的台湾有甚物款的关系？我想做者代志还袂解说清楚。所以呢，我伫出国的时阵，因为我较早我包括我伫中国做工课，我也常常去到其他的国家来即个接业务。啊，其中去到美国的时阵，我熟悉足侪台侨，因甲我讲过去吼，因对侨委会这三个字无解谅解啦，因为侨委会吼，就亲像较早白色恐怖的警备总部，是负责掠人、杀人以及让人无法度回来台湾的。那这件代志，咱敢有诚恳来甲海外的台侨解说过？你敢知影因为侨委会这三个字有足侪海外的台湾人无愿意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连健保都唔敢使用，迄唔是交偌济钱的问题，伊是连中华民国人都袂瘾做。这件代志，侨委会敢有怎么做过转型正义？我甲委员报告吼，这个问题我也了解啦吼。啊，但是即马侨委会甲哈只时代侨委会应该完全不同款啦吼，已经跟比如讲 transmission 啦，已经改变啦吼。即马咱所有侨委会同事拢是经过咱国家的高考、特考。客贵啊，是正式的公务人员吼，啊，拢照制度在运作，在做代志吼。所以伫海外，当然我也了解有一寡咱较迄个想法较特别的乡亲哦。就那时候委员你讲有这种情形，但是代表是啦，你袂当讲人想法较特别啦，迄有可能爸爸妈妈红台呢，对啦，迄有可能因囝位代代，因弟弟位代代摔落来啊，因哥哥袂唔愿返来台湾呢。是啊，像林献堂，迄嘛算即个广义的台侨，伊嘛教伊中华民国的，叫蒋介石掠伊入日本呢。对，啊，这你袂当讲因是特别啦，因是叫用赶出去的啦。我也是讲，所以我的意思是，唔是讲照制度有安尼行无？咱有外汇无？交委会有洗清伊家己的改名？我是讲你自我的转型。正义有正面来面对过去这个历史啊，有啦。所以我相信，阮对海外咱的乡亲的接受吼，拢有大家拢有坐谈，拢有说明啦吼，大家拢有了解。尤其是我有委员报告，譬如讲228事件吼，我伫两当前，我就正式宣布228即天，就是咱海外
咱的那像咱的国定的一个活动，所有咱的侨民要办28活动，阮侨务会派出去同事拢爱协助，场地拢爱提供给因来用，安尼，所以因也真感谢啦，哎、欸，咱有重视。咱要保护这个侨民，上好的方法就是爱这个保护因的财产，保护因的健康，甚至保护因的性命。那过去呢，因为咱有这个坎吼，就是会互人感觉讲，我是不是自称是中国人，利润较悬？我自称是中国人，母数较济。我自称是中国人，市场较大。所以伫海外的侨民呐、啊，有的时阵伊会伫台侨甲华侨内底游移，就亲像咱的台湾甲中国这个地位吼立场来游移，获取最大利益。这种中间的啊，是讲这个利益派的这个台湾人民，这想我想这是做普遍，我知影做生意商人本来就会安尼。但是问题是，渐渐中国的市场无好用，美中贸易战，渐渐中国人这个身份会带来困扰，比如讲人会怀疑你是不是有武汉的肺炎。那伫这的情形的时阵，台湾人民甲台侨开始感觉讲，咱应该要甲中国做出区别，尤其伫去年吼，2019年7月13号，蔡文总统经过纽约的时阵，伊用一个人$200来这个做 part time 来抗议，结果竟然伫内底掠到台湾人，哦，应该讲中华民国人也5000+咧抗议蔡文台独，我就感觉这足奇怪，因到底是心向哪一国？这就是海外台侨诶对国家的认同。那另外呢？其实伫13天前，2019年6月30号，同款伫中国城，吼有5000+。你本来以为讲哦，好啊，无中华民国的国民啊，加伊中华民国国旗，安尼就足正常，无要紧。结果6月30号，纽约的中国城竟然有5000+，走去抢旗啊，要烧叉，吼、哦，要甲中华民国国旗挽起来，叉5000+。那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台侨自称是中国人，造成海外台侨的困扰。所以呢，咱来增加着海外台侨对侨委会的认同。我想伫18年，108年至111年的时阵，咱计划拢总有3亿5784万来做着国家发展新局侨务巩固以及着结清的计划。那其中第三项吼，工作项目的第三项写反制中国大陆统战，具体咱到底做啥物代志？这个委员报告吼，这中国对海外对咱的这个侨民吼，拢会去招啦，去救啦吼。啊，这部分呢，阮哦针对办活动啦、办座谈啦吼，啊，针对其他的训练的这个活动吼，和咱的支持者吼，咱的侨民也当了解讲，中国对海外做统战台要注意、要注意哦。啊，基本上我的观察、我的了解来讲，这部分咱的支持者吼，咱的红军台是活动。真清楚的讲，中国也做统战，基本上来讲，咱的侨民大家拢了解，也袂去介意啊，行社会就对啊，哎，你确定？哎，我当然接受一部分，这我唔敢保证，但是大多数咱的侨民，我相信对台湾的支持，对咱中华民国支持，拢做适中的。问一个小题目啊，你刚才有你认为摕过中华民国身份证的海外台侨，有迄落一世人无来过台湾的吗？有可能，有偌济？可能，这我无法度统计。那有？一撮啦，一部分足侪，可能应该是一撮啦，一撮啦啦吼。但是你要看哦，伊一世人捌来过台湾，伊赶快当使用台湾健保哦。对啊，啊，这个物件是不是普遍？咱爱想办法。伊嘛有投票权呢，伊嘛当选总统呢。是啊，是啊。系啊，伊一世人可能唔知影台湾历史的发展，伊有哪会当来决定台湾的未来呢？对，这就是咱中华民国足可爱的所在啦。是。最后、哦，甲恁请教一下。中国现在用大外宣跟渗透组织、啊、知道包括前阵子开10亿来买欧洲的媒体来奉上中国好棒棒、嗯、那我认为呢在海外的侨胞包括着华侨跟台侨有哪遇到同款的情况，咱要安怎来呼吁因防范这种渗透的新闻手段？是我甲委员报告，因为现在咱所住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开放的媒体这个空间啦吼，什么款的消息、什么款的新闻、甲言论，拢侨胞拢收会到。咱的侨胞家己会去判断，就是讲你这是统战还是真的啊假？我相信咱的侨民真聪明啦、真巧啦吼，大家去了解讲到底什么代志安尼啦。希望未来咧讲这个时阵有一寡具体的设施啦。那当然，顶个即阵外交部讲要甲中国变外国，敢那足困难。但是至少咱爱让侨胞知影讲。咱台湾甲中国无共款，是上起码啦，好，谢谢，感谢 ，thank you， 多谢，委员。今天有临时提案，我们在本会委员咨询完毕，在蔡思印委员咨询完毕，我们先处理临提，现在请赵天麟委员。
好，谢谢主席，我们请一下委员长。请委员长。赵委员好，委员长好。我们上个会前谢谢侨委会带我们去很多这个3+4的这个侨生的这个承办学校看哈，是，也看到了侨委会跟承办学校的努力，是。那也因此让我们在知道这次防疫里面有一些可能需要监督看到的地方，那我们也有看到了一些情形哈，来给你建言啊，希望说谢谢委员关心，加油哈。谢谢。首先呢，我们针对疾管署严重特殊呼吸道传染性肺炎检疫场所工作指引。那它里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规范，好，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必须要隔离，好，那这隔离里面有这一些，包括它要独栋独层，好，然后希望说至少单独的房间，它的污水怎么处理，送餐的时候要怎么单独的做法，那这些部分呢，其实我们看一下在教育部的体系下的这些大专院校等等的学校等等，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因为他们人数非常的众多，好，所以做好准备。以世新为例，它就是单独自己的一间，然后有自己的卫浴，好，有自己的视听设备，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它不太能够乱跑，那送餐的人也有专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处理。好，那这个是在教育部辖下的这个例子。那我们来看一下说，我们侨委会也有，我们侨委会有因应现在这个武汉肺炎好的这个3+4级专班的注意事项，您的第六点里面也有写到类似的，他在处理的这些流程里面，对于曾经接触确诊病例的侨生，安排检疫及居家隔离14天，那列管追踪等等。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的是说，因为这些3+4的学生，我们上次去学校看以后发现他们暂时没办法回家嘛，所以他的隔离一定就是在学校里面。那在学校里面呢，他们准备好的情况我们来整理给各位看，也是跟你们征询以后你们了解的情形。我们先孤影其名，然后不要造成学校的困扰。我们有看到其中某一间学第一个类型，就是他的隔离的空间变成是一个通铺。通铺里面，我们先看的是第一个哈，这个某高雄市的某学校，将他的专业教室变成隔离空间。然后我们现在光照片上看到的床就是1、2、3、4这样子。然后呢，里面有的还放了双人床。换言之呢，他并没有这个观念，就是把现在我们所公布的那些要点啊，这些计划里面，他必须是单独的空间的概念，他没有。他会觉得说，哎，反正有侨委会有这样的要求嘛，那我就弄一个教室，然后放几个床，然后丢个照片给我们，就表示说，哎，我做了这样子。然后右边那个照片呢，也是一样，他把上下床，他可能找其中一间宿舍的其中一间，他就告诉你说，哎，我这间定义叫做隔离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然后呢，他不知道说隔离其实基本上他是必须就是在隔离14天，辛苦一点。好，那结果呢，他甚至告诉你说，我把某一个会议室改成隔离空间，然后呢，或者右边的是说他把这个某个教室变成隔离空间，那我一定不相信他是在这里面打通铺吧？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隔离期间我可以使用这个地方上课，或使用这个地方做什么样的事情？可是这有没有符合那个很严谨的规定？好像也蛮有疑义的这样子。我们再看下一页。那卫浴呢？卫浴就很有趣咯，他把卫浴跟淋浴到底是有没有那个概念说它是隔离的状态？我们先看右上角的，他就是把整排的这个厕所里面，他告诉你贴一张纸，告诉你这一间是隔离的厕所，他是完全没有隔离的意义的，你知道吗？他只是贴一张纸做一个交代说，说有啦，我有做隔离，所以你看我这个厕所里面的某一个。空间是它其实并没有隔离的效果。那左边的更特别了，它就没有连贴都没有，它只是告诉你我这里有厕所这样子，还是做隔离使用的。那是整间都做隔离使用还是怎么样，我们其实也不得而知这样子。那当然也有做的比较好的，好像高院工商这个做的比较好，就讲名字就比较没关系。那它可能就有比较独立的住的地方，它告诉你我有独立的这个厕所哦。然后呢，即便我没有独立的厕所，在左下角那边我也会告诉说，这个我的房间转出来这一间就只给那个使用，好，诸如此类。那这种情况之下，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呢？来，待会我们的林时天也有讲到这一点。我们的规范，好，现在疾管署公布的、指挥中心公布的那个规范，以及我们基于这个规范，侨委会公布的一个要点，可不可以彻底的要求3+4承办学校落实，而且你们要下去管考，好，那这样才会避免说他只是丢个照片给你，然后说、啊、我有做，那事实上做的其实是完全不符合规定的这些要点。好，这一点事情请您做一下。谢谢委员，这个你们做了很多功课，真的感谢委员。那
我想这个我同意委员的说法，就有的学校他就中规中矩，他就做得很好。照说隔离就是要单独的套房，自己独自的浴室啊、空间、睡觉的地方。那像前面几个图片，有的学校的确那个是不合标准的。所以我们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有关这一个三加四这些高职哈，还有这些学校，我想我们会即日开始，我们来请我们同仁下去每个学校给他们关心一下，是好、哦、给他们一些指导，好，好不好？那他们如果学校确实有做不到的地方，再看怎么协助他们，这样对，看看怎么样再谢谢。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哈。那口罩的部分呢，就是说现在实名制 2.0 要上路了。那基于跟你们的征询了解，这些三加四的国家的学生，他们都是侨生，而且是外国人，所以他们都有居留证。那所以他们确实是可以买口罩的哦，他们可以买。可以那但是呢，我后来也有请行政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要怎么买。说实在，没有那么难，但也没有那么好像简单到我随便拿一只手机就可以买哦。是，你的 SIM 卡还必须是你的 SIM 卡，对，而且还是要在 4G 的环境。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大家造假啦，就是说我就是很明确，就这个人，然后我利用我的手机或者电脑啊，然后经过一定的查核之后，你就可以买。但是我们去考察以后，我们也知道嘛，这些学生基本上还有一半的时间在实习，还有一半的时间在学校。然后有的学校比较严谨严格的，他搞不好在实习期间或上课期间还不太能用手机，他的电脑的使用上面可能他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可不可以请去关心一下，说这个配套有没有做好？就是说他们在实习期间，他有没有办法去买？好，然后呢，这样子的话，让我们政府的美意，其实这个就是针对他们了，针对学生了，应该这么说，跟上班族，唐凤政委有讲嘛，就是让他在没有办法在实习工作的时候或上学的时候不能买的，那我就不会说因为没去排队买不到，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些侨生比较特别，他在使用的器具上面有没有办法如同国人那么方便，也请您了解一下好吗？这个跟委员报告，我们也都跟各个学校有联络哈、哦，那么学校根据学校提供的信息，就是说，因为这些学生他来台湾六个月之后，他就有全民健保有卡哈，如果不到六个月他去用居留证，都可以到药房排队去买口罩。那现阶段他们学校告诉我们，学生大家就用这个方式去取得口罩。那我们当然也问说，那学生什么时候有空去买口罩呢？他说学生大概是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那么如果在工厂实习的学生呢，他们也是利用中午或是晚上下工以后去药房排队买口罩。好，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校来跟我们反映，就说这些侨生他们的口罩不够或是没有口罩，希望我们侨委会来设法帮忙这样的情况。那2.0的部分就请你们再问一下咯，我们再问一下，因为这个是很便民的嘛，那就是希望他们也可以用得到，这样好不好？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经过我们的询问之后，就是你们有没有掌握旅游史，然后后来你们有真的去问，因为你们本来的了解是说如果有症状再回报，但是我们希望还不足，因为这个很狡猾的病毒嘛，它有时候它是没有症状，可突然有的时候回报会来不及，所以你回到上一页，你们有跟我们回报了哈，这些有回去的里面大概有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现在留在海外只剩两个，情况都还好，目前真的很棒，是万幸了哈。是。那但是就是说，我们回到最后一页，其实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说，依照你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你们怎么去沟通联系的这个表里面，我们有发现侨委会的角色蛮。像是说讯息的统整联系的一个沟通的这个中心，但是我们有蛮期待的是说侨委会的角色可以更积极明确一点，就是说，然后呢，让我们这些侨生目前都非常安全，我们这觉得这太好了。然后呢，但是如果一旦有任何情况一旦发生，侨委会的更积极联系里面，可以让包括这些旅游史、接触史等等的，随时都可以掌握住。好，哪怕真的发生了，在侨委会辖下的这个三加四的侨生转班都不会有问题。好，这是以上，其实我们所有的咨询都只是在做这样的提醒。好，那请继续加油，这样。谢委员，我坦白说，我们每天也提心吊胆，是也怕，但是我想只要一发生，我想我们国家都有 SOP， 我们就照标准作业程序来做，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来照顾这些侨生。谢谢委员的关心，谢谢。请邱成元委员。好，主席啊，那麻烦请委员长，还有那个海外信保基金林董事长，林董事长，好不好？邱
邱委员好。哎，委员长早安。哦，我们海外台商侨胞大家长哈、哦啊，没想到在这边的可以跟你互动哈、哦。那这个部分，我今天是列席咨询啊。那我针对整个几个台商问题，跟委员长还有那个林董事长请教。下一页。好，那现在目前海外疫情扩散严重哈，旅外侨胞台商谁来顾？那这个部分，因为我长期关注中小企业跟海外台商，那我本身也是这个东南亚的台商。那基本上我们知道说，东南亚的台商基本上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那这次整个特别条例跟特别预算通过600亿，其实大部分的纾困还是以国内的为主。那海外的这个部分，其实并比较没有去谈到。那我想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国内有透过这个中小企业信保基金有编100亿的这个特别预算，好来针对国内中小企业纾困。那我们知道海外的中小企业基本上还是以这个有这个侨委会辖下海外信保基金。那海外信保基金在针对这个这次疫情所波及的台商，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专案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纾困的协助，在不影响原本的预算内的部分，是不是请这个委员长来回应一下？这个我先跟委员报告一下了哈。我们记得越南好像很多年前有一个513的这一个事件嘛哈。对，那那个事情，因为就是说受到影响的这个台商，这个家数比较少，大概23家的样子嘛，哈，所以政府我们有透过信保基金这边成立一个专案，来给予他们协助，哈。那现在就是说这个疫情这个哈，也有这样的声音，就像委员也在关心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就是说疫情这个就是说目前还在发展之中，到最后影响的层面多广多深呢？我们大家都在看。而且这个台商的数量非常的庞大，那我们也在评估，就是说到底余恒政府的财政还有其他各方面客观的条件，那么信保基金能不能再比照像513这样的做法，目前我们还在观望，还在密切注意这个事情的发展。对，我想因为这个东南亚台商他很多的供应链是跟中国这边是绑在一起的，那我想大概现在目前首要碰到问题，大概就是很多陆干他没有办法回去复工，所以在它产能上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想大概第二季以后第三季慢慢会出现一些供应上，如果说这个疫情没有减缓的话，因为这个我相信这个都是要滚动式的管理，那疫情如果没有减缓，后面开始可能就会碰到一些经营上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当然我知道说是要滚动式的管理，但是我也希望委员长跟林董事长我们可以提前的来做这些相关配套的一些规划，那协助这些海外的台商度过这次疫情，不要说我们国内都照顾得不错，但海外的我们把它疏忽掉。那侨委会我知道这个部分其实可以扮演一个相当的角色。那第二个问题，那我们因为我最近接到一个陈情，我就要接到一个陈情，就是说这个英国的这个留学生，因为欧洲的疫情现在爆发了哈，那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外交部是有提供外管一线的外交官相关的一些防疫的物资，包括口罩，但是很多旅外的这个留学生哈，欧洲的其实现在他们现在也在当地都买不到口罩，因为他不像我们有这个欧基上哈，有这个国家队哈这样子来供应哈。那我们其实苏院长讲到这次要雨露均沾哈，立竿见影。那这个部分我们这些驻外的单位之外，其实海外的这些留学生台商，如果他们在防疫物资上缺乏，我们侨委会有没有什么机制？我知道这个很多是外交部的事情或经济部，但是我们侨委会可以扮演一个敦促的角色。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委员长帮我们回应一下？是，这跟委员报告哈，昨天那个世界台商总会总会长施志龙哈，他也写赖给我哈，他甚至建议说，我们国家现在的口罩慢慢的状况就比较缓和哈，大概未来慢慢每天可以提供1000万片或者1300万片等等，好，那这个施总会长他就建议说，国内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提供海外的台商留学生哈，那么可以有一些口罩可以来使用哈。那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会来跟外交部，还有跟行政院这边，还有这个疫情中心哦，可能大家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评估跟考量哈。那的确，我们认为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的留学生或我们的台商、我们的侨胞在海外，他真的买不到口罩怎么办？政府可以帮他们什么忙？哦，是不是透过我们现在既有的外交部的这样的一个邮袋或者什么方式往外送？这个可能我们都要跟外交部来研究。对，因为这个我想外交部之外，那经济部其实沈部长已经
这个礼拜已经达到这个单日920万片的产能了啦。我想这产能对国内来讲，现在目前应该是比较充足的部分。那海外的部分真的要请委员长帮我们多关心。那因为这个部分有牵涉到外交部跟经济部，那可在跨部会的协调上，请委员长帮我们替这个海外的这个年轻的旅外学子哈多多关心，因为其实像我们知道欧美很多国家，他们对这个疫情的防疫的这个的这个卫教观念不像我们台湾哈，我们台湾其实还没有在，因为经历过 SARS 跟这很多次的传染病之后，其实大家的公卫的一些素养都不错哈。其实平常大家都有戴口罩的习惯，也不是只有现在哦。像我平常就都会戴口罩，有时候去美国哈，那坐飞机的要戴口罩，还会觉得有点奇怪。好，可是像在欧美，他们其实本身他们比较没有这方面的习惯。可是我们旅外的这些台侨啦，或者是说留学生，其实数量蛮多的，那我们还是要去透过侨委会的方式关心他们这样子。是，那接着就是刚刚其实有很多委员也有提到说，包括这次这个我们有谈到就是说一些相关的这些健保的这些部分，那也请委员长哈扮演这个台外台商的大家长的角色哦，替我们哈实际的去跟他们去做一些相关的沟通，各部会还有说这个真的对台湾有贡献，以这些台商的立场哈来跟各部会还有我们立法院的一些委员来去做一些表达哈，让这个东西可以比较用客观的态度去看，好，不会造成这个社会上很多的这个争议。好，是，好，谢谢，好，谢谢委员的这个指教，谢谢。请吴思怀委员咨询。有请委员长。请委员长。委员好，委员长辛苦了，谢谢。我想先咨询一件事，是这一段时间疫情严重发展以来，全世界各国疫情严重的国家产生的一个排华现象。那么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包含办公室接到很多侨胞的家属打电话来，这种现象是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那么我问侨委会，针对这一部分，能够对我们各国的侨民做出什么样的协助？今天我也听到委员长还有相关的官员回答了，侨胞做了很多的服务措施，但是我要很细致的提醒委员长，我们侨委会在外馆的人力是非常有限，这一点本席了解，过去从事军事外交也知道。那么在那么少的人力，这些侨胞不是都住在，譬如说意大利，他不是都住在米兰，他散居在整个驻在国包含乡间，怎么联系？侨委会不能说我电子公告已经公报了，网络上也贴出来了，如果侨胞们防疫要怎么做，需要协助请打电话来联系。我想应该做得更细致，希望侨委会能够在简短的时间之内提供本办公室一点资料，你们实际能联系掌握每一个驻在国的侨胞人数，我讲的是实际能联系能掌握的，譬如说有电话的有 email 的。那么这一段时间疫情发展以来，所在驻在国的外馆侨委会的承办人接到多少侨胞的联系电话陈情或者需要协助？我想我们不能用冰冷的数字来告诉侨民，我都公告了，有困难来找我。尤其不同的驻在国、不同的散居侨胞，他的服务是要更细致，这一点请委员长能不能回答一下？是，谢谢委员的指教哈。我想我们侨委会就是诚如你所说到的，我们驻外的人力总共54个人哈，人力不是那么的充沛，那都派出来主要的大城市哈。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驻外同仁他手上的手机哈，他的群组、他的通路，他可以接触到的侨胞人数都非常的多哈，因为就是运用现在的科技哈来强化我们对侨胞的服务跟联系。那的确您讲的很正确，像意大利每个国家都一样，侨胞散居各地，
有的人真的联络不到，除了他有事他来找你，或者说他也就都自己就过自己的生活，这种侨胞也很多。但是可以跟委员报告的放心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很冰冷的，就是提供这个公告啦，请他们注意，没有，我们驻外同仁都会透过群组 LINE 啦，随时保持联系，随时来，甚至电话联络关心，都有做这个事情。好，谢谢委员长。我想提供的是更细致的服务，除了网络科技，有很多老侨他未必懂这些，那么有地址通信联络，用最传统的方式，总是希望能照顾到每一个侨胞，这是委员会的主要职掌。是。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提的是，台湾这几年都是工商业一直在谈五缺我们的发展，那么其实真正的国安危机是缺人才。那么侨委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2014年，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留住优秀的侨生。那么2014年7月开办了一个侨外生的评点制度，就是让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来教育的这些优秀的侨生，有个评点制度，每年公告一些额度，那这些额度是让优秀的侨生留在国内为我们所用。当然这里面牵涉因素相当广，像今年度公告了2500个名额，那我们的建议是希望现在我们缺人才，这些评点制度评点出来的是大学以上程度的，而且是特殊行业，对国内的各行各业有帮助的，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放宽，而不要做这么多只是正面表列的评述，我想我们让这些优秀的侨生，我们育才培才留才最后用才，是不是能协助国内的工商企业把好的人才留在这里，加上这些优秀的侨生留在这边有好的工作好的发展机会，他会更认同我们国家，那不是把优秀人才凝聚在国内。所以请侨委会就这方面能不能回答一下。是，我想这委员的这个想法很好哈，有很大的一个战略观哈，把揽才留才育才留在台湾为我们所用。跟委员报告，从103年到109年1月哈，大概侨生留在台湾，就毕业之后留在台湾的人数，包括港澳生哈，总共有7620个，占我们所有留在台湾工作的这些留学生13506人里面，有7620个是侨生，占56%。所以基本上我们往这个方向一直在努力，把这些人才留下来。那这个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都持续跟劳动部经济部还有教育部等单位，我们继续来推动协助侨生留台工作，我们最好希望他们在台湾定居为我所用，但这是最好。所以我的呼吁是，委员长，希望你能够跟相关部会协调，是将这个评点制度放宽，可以留用更多优秀人才为我们国家所用，请侨委会来考量一下。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委员，谢谢。请邱志伟委员。谢主席，请委员长，请委员长，信报给今天的林董事长。林董事长，邱委员好。哎，吴院长，大概世界台商会啊，陆陆续要召开各州的这个大会哈。是。啊，包括非洲，包括中南美洲，大概在5、6月都会举行。那世界台商会应该如果没记错，3月多会在新加坡。目前筹办情形，你有没有替代方案？跟委员报告，这个世界台商总会这个理监事会哈，3月份本来在新加坡，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哈，延期还是停办？已经延了，延后延到5月。啊，延到5月，延到5月、是没有停办了哈。没有各大洲的状况呢？那非洲台商总会他们本来是在奈及利亚3月份要办嘛，那最后也是疫情。那不是大会，那是理监事会。他们延到6月办。OK， 在蓝会办。那中南美洲呢？
中南美洲目前好像还没原定就六月半，现在时间各州的这个台商会，他的年会，我想都非常重要哈。我想最起码都有副委员长参加了哈。是是。啊，透过那个场合，很多我们台侨或者我们台商反映很多啊，不管是对国内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建议，或者他们在这个侨居地或者在海外啊投资啊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啊，所以我们也当年国语，我们也这个。尽可能去参加哈，把大家的意见啊化成政策，或者透过质询来解决这些问题哈。所以台商会的这个会议，我想我希望说侨委会能够更加重视。然后是是各驻地的这个我们侨委会的同仁呢、啊，总共有54位哈。我希望说他的这个适格性跟能力，跟他的体力，因为好不就是带胸带脚哈，对的，语言应该没有问题嘛，好、哦，所以这些决定要派出去是立牌嘛哈，立牌说你的语言不通就有问题了，好、哦，所以我不太期待说这个你派出去的我们驻外的侨委驻外人员一言没通，没派西班牙，没派伊的中南美洲，西班牙伊不要讲，一般的好不？纵使服务台侨，但是你看很多跟当地政府接洽的这个场合都需要使用当地语言嘛，所以我希望说你派任，希望能够把相关的派任的资格啊，你要更，因为是你决定的，台湾也专业，也能力，也语言，不能抽用，好不好？这个委员放心哦，我们派出去的同仁，我不要让我再觉得说我遇到说，哎，哇，你都要来哦，啊，那个西班牙要讲，不要讲。我遇到好几次呢，所以我之所以有遇到，所以我才给你反映。是是。那你如果当地语言都不会，你怎么样去反映民情？你怎么去解决这个我们侨胞所面临的问题？是不是？是。好、哦，所以你的派任人员，对不对？也太紧重要。如果你戒退了。一个派去也蛮不划避啊，好、哦，所以我们会严格监督这一块。交不委员即嘛，按照交委会组织法的细条，150、180，就是180，180，紧绷啊嘛哈，哎，紧绷，好，紧绷啊，即嘛哈，所以我们有驻外管处，伊无定交委员呐，好、哦，真济迄个啊没有邦交国的所在，我来交代交，我来交包。我需要服务，对待这时阵，当然需要台商会干部以及侨委员来处理。侨务处委员、侨务咨询委员都很塞，因为侨务委员他是国家的荣誉职，他可以发挥服务的效果。所以你外交官没有处理，你当然爱靠这个台商会，还是靠那侨委会委员。所以我有提案第四条，适度增加。你讲什么？紧绷到800。提悬到150至300，火力有较侪扩大，较侪服务的能量，它无己职啊，它无己职，所以它可以扮演这个政府的角色，可以服务这个在地台商，我为什么不做？好、哦，爱我提，你把我颁布哪里嘛有立场啊？我希望讲交委会有负责任，你提来，我给他支持，蔡司马给他支持。好不好？一个月以来提案，提出交委版本。你讲人数增加偌济，我无坚持。好，我的版本是到300的啦。你叫一问800嘛？好，会再去讨论。啊，总是你认为讲安尼800无够，你增加，你阿个嘛无要紧。总是增加人，你提升政府在侨这个外国的这個、国外的这個服务能量，这是正确的。那个面料。这个是苏华哥过来跟你请教，慢慢请教。我今麦跟你讲啊，那个唔免请教啊。我讲个真明确，一个月来你提出迄个交委会版本，够有啥物困难？有啥物困难无？哎，无，你开始讲困难，我就写提案。伊今麦想你，我搞委员报告了哈。即侨委会的荣誉职责有4类啊，不是只有侨务委员而已哈，还有侨务咨询委员、侨务顾问、侨务咨询委员。我拢知啦，你所以拢问加起来3000人啊。唔是安尼啦，我讲交委员参侨务促进委员、咨询委员，迄个无同的意义嘛哈。我交委员就现状就800的紧绷啊嘛，所以伊是代表政府一个荣誉职嘛，吼、哦。
他先把东移，哎，适度增加嘛，哦，你懂意吗？适度增加，对啊，啊，你有来提出这个版本呐、啊？人数啊，这我再跟你查片啦。你也在提出版本，一个月你去研究，好不好？啊，你开始无提，我就用提案啊，请你提。根本你是有提案啊，结果我用临时，我用临时提案啊。我版本，是是你跟委员嘛，你的版本。好，代表你是负责任啊，哇，真的，我们小委会委员这个是不够，我希望要增加，来提升政府的服务能量。啊，一零当六村报文经哈，哎，李兆伟，我问一下那个林董事长，时间到，好，跟半分钟了哈。好，很快讲一下哈，这个信保基金啊，这个过去半年的执行成果。跟委员报告，我们108年整个年度较前一年度，我们业务的承做的量呢有成长到33%。对，那过去这两个月呢，我们金额跟加速，我们108年承做的是775件哈的保证案件，那金额的话有2.5亿美金，2.5亿美金，对，集中在哪一州？当然还是以新南向国家为主。新南向为主是。那我搞不？你意思业者们给你反映这样不够？因为我们在新南向通过率有多少？通过率有多少？哦，如果是银行送来的案件，因为他们也用5P的原则，KYC 已经做过详尽的审查，基本上我们大部分极少数会否决了，但是大部分还是。假设还没有找到银行呢？你讲一讲你情境。跟委员报告，我们为了服务我们的台商朋友，所以我们从106年开始，我们也帮助台商朋友，如果他没有找到合适的银行，我们有协助他们来寻找银行。从106年开始，我们协助了148个台商，那其中有差不多1/3，我们有帮他找到银行来承做。其实爱有服务了哈，是，你信保基金是服务的哈，啊，台商都有困难，所以资金当然第一就是信保基金哈，信保基金这东西尽可能的了解他们的问题，解决他们的问题。爱了解问题，该解决的问题，好，设身处地，帮政府本来就是帮人民服务嘛，哈，是的，好，那我们头像，嗨，过来，你头像，谢，请蔡适应委员。好，谢谢赵伟，那么请赵伟就请我们的这个委员长，请委员长。赵委员好，啊，委员长好。首先还是要跟你恭喜一下，我发现哦，你是我们委员会里面唯一做满4年任期的官员呐、啊。大家好，谢谢委员长，都已经提早毕业哦。谢谢。那也期待我们委员长这个继续努力。但我为什么这样问的原因是，那代表说你必须要跟其他的政府官员相比，你应该要对你的工作要更加的了解了。是，你也不是第一年、第二年而已嘛。哦，那我还先问一下武汉肺炎的问题哦。这个很多单位都宣布活动取消或延期、哦、是。那我想确认一下，因为520总统就职，现在总统有宣布先停办嘛？那侨委会的配合工作怎么处理？你是指这个疫情的，还是我？我说侨委我先问你520的过程。这520办，我们有编一些侨胞回台湾的相关的活动嘛？对，这个活动还要不要继续？现在因为我们还是 follow 总统府那边的信息再来看。现在到底是办还不办呢、啊？现在总统府已经有告诉你们要停办了没有？现在都还没有得到非常清楚的信息哈、停办还是完全停办，还是小规模，还是室内，还是怎么样？这个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了解。那我想请教一下哈，就侨委会来讲，520的相关活动，你们原来编的预算跟执行是什么？基本上来讲，我们这一个525万，我们庆典的酒会就是侨的。我们原来编列的就是有一个。在台北宾馆有一个侨胞的一个酒会，哈，然后大概预算大概是编了500万左右，所以就是一个侨胞酒会而已。一个酒会。好，那所以
这个侨胞酒会目前还办不办？看起来现在大概是没办法办了。所以如果没办法办的话，那你这个预算就停掉就对了嘛。是 是, 是。OK，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海外搭桥计划这件事情，是。我看一下你们报名已经截止了嘛，对不对？对。好，那这个案子还要不要继续办啊？因为这是每年暑假，对，七八月学生才出去嘛，所以目前我们还是照这个既定的这一个工作计划在推。那今年报名的学生人数蛮多的，600多人哈。那我们大概这个月下旬，我们还是会 interview， 还是要 interview， 因为我们的名额只有234个，所以可能要刷掉3/2。好，那我想确认一下哈，这个活动七八月的时间嘛，对对。我们在什么时候会确定这活动办或不办？我们用滚动式的哈，像现在是3月中嘛，对，我们现在是抓4月底，我们一个月一个月这样抓。好，我们大概一个月一个，比如说七八月的这个他们要出去，我们大概在6月就会决定。6月底想要决定。6月底要不要办这个活动？要不要出去？所以你说今年到时候就我建议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到时候 interview 完之后，你还是要跟所有的学生入学，让他知道，对，说我们到底到时候会不会出去？6月底前会做最后的决定。好，六月底前如果说还是认为这个疫情很严重的话，那可能就无法出发了。是那。如果 OK， 那我们6月底就还会公布，就是要续办哈。我觉得这个要先让这，因为毕竟对很多人来讲，它是一个难得的经验。没错。然后是因为出国的关系，那时间也有一段时间，不是去一天两天而已嘛。那我觉得就这部分讲，他如果不要了，他有后续的规划安排等等的，哦，那我觉得这部分我觉得要提早告知，那就六月底的时候要能够确认就对了嘛。是，谢谢委员提醒。那另外就是我讲一下哈，侨委委员会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几个是我们目前很严重的一些国家，就是比较严重的。好，那我想确认一下撤侨这件事情啊，因为侨委会就负责管侨胞嘛，吼，这几个国家里面，像你看到梵蒂冈越人少，吼，就冰岛、意大利、韩国、伊朗、瑞士这一堆这一些国家里面，目前侨委会掌握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这些国家的侨民人数，你都有统计有资料吧？有，我们都有资料，对，比如像冰岛、意大利啦、韩国，目前你们手头上都有吗？我们都有资料，大概多少人？都有资料。你说是每个国家吗？对啊，对啊，这些国家，你们应该有统计表资料吧？在身边吗？有没有资料？请同仁翻一下。这个跟委员报告，就是说现在就是有14个侨胞确诊。那你说哪个？就全世界全球的侨胞哈，那有一个住法国，一个住日本，另外其他12个都在美国。好，我为什么这样问的原因是这样子哈，就是说，你当然知道每个国家有哪些侨民的数量要统计嘛哈。是。那如果在更严重的时候，因为有些国家有提出所谓的撤侨计划，对，好，那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的侨民有没有人向我们提出要求撤侨的？目前我们侨委会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信息。我先确认一下，因为有一条新闻，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就在这边，这是3月9号的，就是说吴钊燮部长是讲说没有侨胞提出相关要求啦。好，那我再确认一件事情，像侨胞如果提出要求，向谁提出来？这跟委员报告，我自己也在外馆服务过，外馆有一套 SOP， 不管是撤侨或是外馆面临当国政情的改变、紧急情况危机的时候要怎么撤退，大概外馆都有一套 SOP 在规划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外馆是由外交部来统一指挥领导。来，我的问题不是问那个，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们当地的侨民有人提出来的话，是负责跟侨民对口单位应该是侨委会吧？对，也就是说第一件事情，侨委会要先知道有没有侨胞提出撤侨的要求。那至于能不能撤，要怎么撤，要不要专机还是自己坐飞机，那是后续外交部统一管理嘛，管制嘛。我要讲的就是第一阶段的部分。是，刚才我问了一下委员长，委员长说全球有12位我们的侨民有得到相关的确诊等等的，对不对？在美国，在美国哈。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好，那如果未来，我觉得委员长在这边也可以来做一个宣示，就未来有相关的国家的侨民，如果他们认为当地严重，希望能够提出撤侨要求的时候，至少第一件事情，他的对口单位应该是侨委会吧？外交部也可以，好，都可以。对，我就很明确的表达出我们的态度出来哈。那甚至是我是觉得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联络侨委会，如何联络侨委会？好，我觉得问题就在这边。也许他可以直接，网络啦、赖啦，不管方式很多。当然，最后我们收到之后，我们转给外管，外管在做综合的评估，需不需要做后续的事，那是没关系，那是第二阶段。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侨委会啊，在这件事情应该要站出来说，如果有侨胞有这个需求提出，
反应单位就是我们侨委会，是非常明确啊。那至于反应来之后，我们再来评估，是一个人讲还是十个人讲、一百个人讲，这时候当然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我的意思说，至少我没有看到侨委会有很非常的明确的表达。我为什么这样提的原因，就比如说像我们在中国武汉这个事情里面，有他们的提出要侨民要就是台商要回来，对口单就陆委会嘛，因为陆委会管辖中国大陆的事务嘛。嗯，同样道理呀、啊。就人的部分来讲，当然我们外交部服务很多多元化，可是事实上我们设侨委会的目的不就是服务侨民吗？是，所以我也在这件事情里面跟委员长讲哦，你们大声讲出来。我有很多人就说侨委会要并入外交部了啊，你这样讲下去真的就并进去就好了。好、哦，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侨委会应该要非常的表达状况。那我现在就提到意大利有人这样讲嘛，侨委会就要去聊，赶快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状况。因为外交部说他搞不清楚，他不知道。这跟委员报告哈，这个米兰跟威尼斯他们封城嘛哈，我们那边都有两个，我去年去的时候成立了两个急难救助协会。对，那我们的处长同仁都有跟这个急难救助协会的会长都有保持联系，是哦，了解那边的一个状况。这第一个，第二个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侨委会派驻全球54个同仁哈，但是有很多馆，我们侨委会没有办法派驻。我了解，这我都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他们如果要撤侨需求就要跟外管，我知道外交部来。你刚才讲我们的侨界急难的救助协会，那我说这两个协会在当地的协会是有没有收到这样的消息嘛？我觉得就在这边嘛。是，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他们如果有收到消息，当然除了跟外交部反映，要赶快跟侨委会讲。对，那、啊、我认为他应该第一个先跟侨委会讲。是，也就是说，今天你想看在整个行政院的体系里面，如果侨委会第一时间收到消息来反映给外交部，那就这个单位才有存在的意义啊！如果他们都反正外交部才，然后外交部再知会侨委会，那我两支的侨委会就真的可以收兵了。我的意思是在提醒委员长，是你们单位的价值跟功能在这时候要彰显出来啊！因为撤侨就是撤侨民，不会去撤意大利人嘛。我举个例子来讲，已经撤我们住在那边的侨民啊，那侨民不就是委员长你的关心主要的首要目标吗？是所以这件事情里面我希望。不要再听到说外交部先讲，应该侨委会自己先讲才对啊！啊，哪个国家的侨民在反映，我们把资料赶快转给外交部，人家才会觉得我们单位里面的所有的人有他的存在价值啊！如果最后都是像刚才委员长你讲啊，我们都因为没有人，什么都是外交部，那真的就给外交部办就好了，那侨委会就真的可以收兵了。好，外艺术协安内，所以我就想像好，像你刚才讲的是米兰啊等等，他们有提到后续的状况怎么样，委员长要赶快去充分的了解。了解完之后，我觉得就我侨委会来面可以做个评估报告给外交部啊，当地我们的侨民有多少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生活确实受到问题或怎样，建议外交部是不是这些人我们应该要撤侨？假设，嗯，那外交部就有侨委会的意见纳入考量或是怎么样，是而不是由外交部自己去收讯息，自己做决定。那我讲真的，那侨委会真的说可以。收兵起来了，你就看不到它的用途嘛。其实我跟委员报告，外交部很多信息也是我们侨委会啊。所以啊，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事情我刚刚就问了嘛，这个事情听起来你们很没有了解状况嘛，对不对？部会之间大家都有在合作。好，所以我的意思说，除了我刚刚讲那么多的国家，其他国家有没有这个状况？冰岛嘞，有没有侨民提出来？好，那看看刚刚讲的韩国疫情严重地区要不要撤侨？好，那委员长你了解状况吗？我希望会后你们就这些国家，我刚讲外交部、卫福部认为全世界比较疫情严重的国家的这个地方，你们赶快去联系当地的我们的联络人，我们派在那边的侨务委员等等的，侨务委员不是也是我们的？是啊，是啊。就看他们那边了解状况是怎么样，然后最后来提一个报告，那给外交部也给我们委员会知道。像我刚刚问你，你没办法明确的告诉我说，我刚刚提到这些国家里面，韩国有没有人跟你们提了？对不对？伊朗，也许我们的侨民太少，没有必要。好，比如像瑞士、挪威、新加坡、瑞典，跟委员报告这些列的国家都没有侨报跟我们反映要撤侨。好，那就是、我没有这个信息。对啊，所以我就说这要讲清楚，是，好吧？那这个当成我们未来全部的滚动的一个部分，是，好不好？麻烦拜托你们，需要掌握消息。好，好，谢谢委员指教，谢谢。好，我们先。马委员，我们刚好先宣布处理临题哈。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处理临题，请议事人员宣读。议事提案，
鉴于中国大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武汉肺炎 COVID-19 疫情持续蔓延，侨委会应要求3+4侨生技职专班承办学校彻底落实严重特殊呼吸道传染性肺炎检疫场所工作指引，及侨委会因应中国大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3+4侨生技职专班防疫措施注意事项等规定。因此侨委会应强化监督及管考，情力执行情形于2周内向本委会提交书面报告。提案人赵天麟、王定宇、陈伯维，以上宣读。好，侨委会有没有意见？好，就是我想我们没有什么太大意见，我们就是建议可以把2周内执行完毕，可以再拖给我们1周、3周。3周可以吗，赵委员？那我补充一下。好，请赵委员。那个，因为那个我们行政院的学名呢，哈，其实是叫做严重特殊呼吸道传染性肺炎，然后括弧简称那个武汉肺炎，是不是？我们把鉴于我本来讲说中国大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改成就是行政院的那个名称，就是严重特殊呼吸道传染性肺炎，括弧简称武汉肺炎这个，然后3周我没有问题，这样子。好，委员会。侨委会可以哈，好，那在场委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要补充的？好，无异议，那我们修正通过。我们继续询答，请马文俊委员。嗯，谢谢主席，麻烦请委员长，请委员长。马委员好，委员长好，委员长，目前我们在世界各地总共有26处的服务据点嘛，对不对？36处，36处。那我们里面派驻的一些侨务人员，目前我们防疫口罩的准备情形怎么样？跟委员报告，我们都有跟驻外同仁密切的联系，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口罩基本上没有问题。都是外交部提供的吗？没有，他们有自己去买。哦，都可以买得到。就是在疫情发生之前，他们就先买了，先存起来了。那有的就是互相支援，他们互相支援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没有问题。目前为止没有问题。那如果说像外，因为目前为止没有问题，可是像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刚刚讲的，意大利、西班牙，然后日本、韩国等等，还有很多的国家区域，其实有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是。他有可能他们不然，除非他们那个来源还蛮特别的哈。如果说像现在到处大家都买不到的情况之下，未来也有可能发生。那外交部有他们都有。有用外交邮政包裹寄出，这个里面有没有包含你们的？目前为止还没有，还没有。对，那你是不是应该可以跟他们协调？是，因为如果只有侨委会的可以买得到，那过去我们的侨务人员可以买得到，那外交人员当初他们怎么没有想到要先买？这些如果没有纳入的话，我们希望我们也要提出来，因为这些也都是我们因公派驻在外的。是，委员长应该也要好好的去考量啊，他们的需求。谢谢，因为现在有时候他们也许也不敢讲啦，因为我看开会也有很多同仁会带啊，所以你在国外拿不到的时候又不敢讲，那你要求外交部一起给嘛？对对对对，我们会，只要我们同仁提出要求，我想我们就不是同仁提出要求，外交部也没有每一个同仁提出要求以后他们才寄，他们如果在你已经派驻在外面，你又是合署办公，外交人员他们拿得到，可是我们的负责侨务的人员没有分到，这个是一个差别待遇。我了解，所以我想其实就要求他们可以一并把它考量进去，好不好？那人也不用很多。是，好，谢谢委员。另外，外交部长他在9日业务报告的时候有回答委员哈他的质询，他有表示说，目前外交部没有接获意大利侨胞反映需要协助撤离的要求，可是只过了一天，在10号的时候，有很多家媒体就报道，很多台商是期盼，可能有包机可以撤离的消息。委员长，就你们侨委会的掌握，目前欧洲地区，尤其是意大利的部分，
到底当地的侨胞，包含台商或者留学生等等，有没有需要政府协助，希望撤离，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协助他们有包机需求，可以回到台湾来，有没有提出，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讯息？好，这跟委员报告，大概米兰跟威尼斯那边大概有400多位我们的侨胞了，其中大概有400多位而已，400多位、嗯、那其中大概有一半大概都是我们嫁过去的台湾女性在住在那个地方，那他们都有他们的意大利人的家属亲属在照顾，那我们的台商还有我们的留学生，那有一些已经离开了。那这个几天前我们还跟威尼斯跟米兰那边的急难救助协会的会长有跟他们电话关心，表示我们的一个关注哈。那目前为止就是说还没有听到他对我们的同仁说希望我们政府派包机把他们撤走这样的一个。不过我想这个可以先预做准备了，因为他的状况越来越紧急的时候，他可能前一天跟后一天都不知道怎么样。像我们接到有一些西班牙留学生的陈情或者家属，他们有紧急的状况，因为像现在西班牙有些政府已经下令他们停课，所以可见他的疫情越发严重。对，所以我们这些的准备应该要先具备哈。可是刚刚委员长说，我们的台侨大概只有400多人，就在那个在这个威尼斯跟米兰米兰跟威尼斯那一块。就只有那一块，如果其他地方发生呢？因为其实你们统计的资料显示，我们大概有800人，这个不包含我们的学生嘛，所以跟现在讲出来的数据是不太一样的。万一如果真正有需求的时候，你们这些数据的差异可能会到时候连要准备，我想也都没有办法同调。好，这个部分我想其实可能应该要好好的去协调，尤其在这些相关的数据方面，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报告里面写的。是跟马委员报告，他是800人是全意大利，就台侨800人。因为你如果当疫情发生很严重的时候，你不能只考量2个区域啊。是啊，那当然。你的考量的应该要全面性的，有很多人他也是紧张，他还是要回来啊，所以你应该是就整体完整的数据资料，然后也应该提供这样的数据资料。所以我们看到你们跟那个外交部的哈这个部分，我想先预做准备。好，因为欧洲国家看起来有很多地方可能开始有比较紧张的趋势，包括我刚刚讲的口罩的部分，是你应该要协助同仁可以获得。好，他们不敢讲啊，不是没有需求。好，这些另外有关侨生的部分，本席也想请教委员长哈，像我们的海青班，还有3+4的这个侨生技职专班等等，刚刚也有委员其实是很关切啦，他目前在国内防疫所需要的口罩，就您刚刚的说法是不缺，对不对？是跟委员报告哈，现在就是说我们3+4的侨生哈，他们的口罩基本上因为他们都有健保卡哈，所以他们还是用按照跟我们国人一样拿健保卡，他们去药房去买。那这一部分现在各个学校给我们回报都没有问题哈。那教育部有一些口罩送到学校，那个是给那个学校的防疫人员、防疫老师，还有有症状的学生要临时使用的，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一直都密切在关注。这个部分我想再提醒一下，因为刚刚有提到的哈，就这些技职专班的学生，他们不像外国留学生，其实他们都是被集体管制的，他可能在上课，不然就是到工厂工作，你要去排队买口罩，我们现在有时候是一罩难求，他根本没有时间可以去排队买口罩。我们有很多国内的，包括像有很多学生啊，他可能有家长、有家人或者其他可以去帮忙排，可他们没有。这个部分我想不是靠学校来回报哈，怎么样去主动协助他们？因为毕竟来这里，我们当初最主要用意就是希望他们回到他们母国的时候，是对台湾给他们的协助，或者让他们对台湾有一很好的印象，然后回去的时候可以帮我们多宣传，这也是一个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方向。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提醒侨委会其实是主动，而不是根据学校的
提供的那个资讯，因为学校通常大概也跟你说不用，可是他们买不到啊。因为我们有接到一些可能相关的讯息啊，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可以主动去协助解决，或者其实他们的人数如果不多的情况之下，要求学校是不是可以主动提供给他们，就是看用什么样专案的方式。因为另外刚刚你提到他们可以用健保卡，那是因为他们在上学期已经来了，健保卡要居住180天才拿得到。对，我们有很多的这一类的学生，他们技职专班的学生，他们刚开始如果还没拿到健保卡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这初期都是自费去看医生，好像用居留证也可以买，没有，是他们 用自费的，因为你健保卡就是健保卡，跟居留证没有关系。居留证你是说买口罩啦，买口罩。我现在我讲的是，可是你现在如果下学期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哦。疫情如果现在看起来台湾反而目前还没有那么紧张，你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之下，如果新的学期有这些学生来的时候，他们未满180天，他们拿不到健保卡，他们的居留证至少也需要3个月。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予考量，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容易，他们也不像其他的外国留学生，他们没有居留证、没有健保卡的时候，他们都拿不到啊。所以我想这个在下学期就会发生了。这个部分我们也请侨委会这个部分哈，就是说他们的学生人数并不是那么多，包括雇主啦或者学校啦，是不是可以主动来协助他们，帮忙他们获取这些口罩，然后提供给他们。因为他们老实说集体行动，他们不像其他，等到他晚上可以回去，他只有晚上是自由时间，晚上一定买不到。是，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可以主动关心。好，谢谢委员叮咛，谢谢。请谢一凤，谢一凤，谢一凤委员不在，请刘四方，刘四方，刘四方委员不在，请何新纯，何新纯，何新纯委员不在，请孔文吉，孔文吉，孔文吉委员不在，请廖婉如，廖婉如，廖婉如委员不在，请周春敏，周春敏，周春敏委员不在，请庄敬诚，庄敬诚，庄敬诚委员不在，请廖国栋，廖国栋，廖国栋委员不在，请钟嘉宾，钟嘉宾，钟嘉宾委员不在，请李桂敏，李桂敏，李桂敏委员不在，请洪孟凯，洪孟凯，洪孟凯委员不在。已登记质询的委员，除了不在场外，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本日会议有鲁明哲委员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列登公报，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2周内答复。本日委员口头询质询及未及答复的部分，或有要求要补充的资料，也请在相关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2周内提供。散会。